位玩家请注意，目前躲藏者共243人，追捕者12人，躲藏者将被给予10分钟躲避时间，计时开始，请尽快寻找躲避处。既然变成了一本书，那就藏在书柜里吧，藏高一点安全。喂，是我先发现这里的，先来后到懂不懂？来不及了，你别按住我。追捕者出现，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终于要开始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比赛倒计时5秒，这是一场既残酷但又充满机遇的战争，这是最简单的游戏。捉迷藏，我的小宝贝儿，你躲在哪里了呀？我来找你喽，乖乖出来吧，千万不要发现我。我在这里吗？真可惜呀。哎，走了吗？找到了，原来你藏在这里呀。玩家爸爸最牛。这是哪儿？啊！我刚刚不是还在案发现场吗？怎么到这里来了？这是什么东西？挑战者苏木，欢迎来到捉迷藏空间。捉迷藏空间是什么？这里是你专属的初始大厅，每次完成挑战或者登录空间时，你都会来到这里。我去，原来这草地和树都是假的，太真实了吧！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到达18岁的孩子都会进入一个捉迷藏空间进行生死逃杀。啊！在这里，你可以获得世间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东西。比如呢？异能、金钱、科技，甚至是永生。只要你能获胜，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囊中之物。听起来很有诱惑。那要是玩家被淘汰出局了呢？每个人在进入捉迷藏空间之后都有一次免死的机会，在死亡了第二次之后就可以选择退出捉迷藏空间进行自保。啊，我明白了，我本职可是一名侦探，参加这类游戏还不是小儿科了。不过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身子太瘦了点，连8块腹肌都没有，体力上很吃亏啊。一，你的第一次挑战将在10分钟之后进行，请开始选择你的容貌。如果你对现在的容貌满意，你也可以选择不改变。啊，当然要改，居然连容貌也能改，太人性化了。人在江湖漂，迟早会挨刀，保险起见还是弄个小号隐藏自己比较好，这样就算结仇了也认不出我。身高肯定要再高点了，身体再强壮一点点，眼距宽一点点，眉毛宽一点点，屁股翘一点点，鼻子挺一点点，完美。提交成功，人物正在转换。啊，这真是太酷了。距离挑战开始还剩下5分钟，请宿主输入你的代号。艾米。代号可用，恭喜你已经完成注册，开启个人面板。代号 M。等级 F， 体质7点，精神20点，力量6点，敏捷6点，可分配点数5，技能5，特殊道具5。规则在比赛开始之后才能公布，请宿主耐心等待。哦，不能提前知道规则，意味着必须临时分析，灵活应对是吧？游戏即将开始，
请宿主做好准备。哼，不正面回答，看来是了。好吧，再怎么说，我也是个侦探，硬件不够，实力来凑。倒计时，三、二，我准备好了，开始吧。一，苏木，你终于到了，这案子越来越棘手了。死状和上次案件的死者一模一样，应该是同一人所为。同一人，凶手到底是谁？啊！等着等着睡着了，居然来了这么多人。不，不要，太可怕了！我不想玩这种游戏。哎，但好在咱们也是有惊无险，顺利通关了。刚才真是好险，也差一点就凉了，幸亏我福大命大。欢迎大家来到捉迷藏空间，开始了，开始了，又开始了！刚才那局才刚结束啊！我受不了了！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好多人呢，都是要和我一起进下一场捉迷藏的吗？接下来，所有新玩家将进入到下一场游戏对抗赛，资深者 vs 新手，居然是对抗赛！唉，又一群倒霉蛋，一上来就要和资深玩家对抗吗？在这一局中，你们是猎物，你们可以化身任意物品进入挑战场躲藏两个小时。游戏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一小时后你们将可以更换自己化身的物品，一旦变身物品被追捕者击中就视为淘汰。另外，同阵营不能相互攻击，否则也视为淘汰。此次挑战为特殊挑战，最终获胜者将获得一份丰厚的特殊奖励。特殊奖励？哇，特殊奖励！哼，特殊奖励是我的了。现在你们将有十分钟的时间通过转盘抽取变化物品，物品选择完毕后将进入地图正式开始比赛。不是说已经开始抽取变身物品了吗？那我的转盘呢？难道真把我给忘了？真调皮。好像是这个按钮吧。那人的系统颜色和别人的不一样，居然是金色的，有意思。这位同学啊，你好，有什么事吗？需要帮忙吗？有问题可以问我。哦，不用了，谢谢你，我已经弄好了。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热心肠？接近我有什么目的？那就好，不过友善提醒，进入游戏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哦。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慢着，你不进游戏，难道你是老玩家？没错，作为过来人，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这并不是普通的捉迷藏游戏。一位墨守成规，只想着老老实实找个地方躲好了的话，可是会出局的哦。啊，他说的话到底什么意思？抽取时间结束，玩家即将进入游戏现场，请大家做好准备。你的第一场游戏要开始了，那么祝你好运，一定要成功躲到最后啊，别让我失望。哎，等等，我还有问题没问完。一，游戏正在传输中。已经开始传送了，那个，你等我回来再说。以前的你可从不会主动找人搭话，今天怎么就一反常态了呢？难道那小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没注意到？是秘密，不能告诉你。本场的地图为城乡结合，若是玩家躲藏的地点超出地图上的蓝色区域，将视为淘汰，系统将给予十分钟躲避时间，请尽快寻找躲避处。我要为那些追捕者默哀了，这么点时间，这么大的范围，他们找得完吗？就是，我们躲的都这么合理，肉眼根本看不出来，躺两个小时就赢了。不如咱们赌赌他们两个小时找得到几个？只要我们坚持在原地不动，那么应该就有很大的几率通关的。就是，这游戏也太简单了，游戏奖励我拿定了。喂喂，你们说话归说话，别到处乱蹭啊，离我远点行吗？而且都站在我身边也太明显了吧，这是要一网打尽的节奏啊。哎，等等，好像有东西在从我身上往上面爬。哎呀，我得再爬高点才行，越高越安全。这是什么鬼东西？不会有哪个大冤种变成小强了吧？太恶心了。就这里了，视野绝佳，一定不会被发现的。幸好这里有个电线杆，
电线杆上有一张牛皮广告，真是太合理了。难道我真的是天才？合理个屁呀、啊！还好不是小强，哎呀，瞎吗？兄弟，你真当我这是能贴小广告的电线杆吗？你要不往上仔细看看呢？我究竟是个啥？人家是小妹妹了，大哥，你藏得真好，就借我躲躲嘛。居然是女孩啊！那行吧，不过你要再往上来点，不然贴得我那儿不舒服，硌得慌。好嘞，谢谢大哥，你真是好人。哎，对对对，再往上啊，就是这儿啊，待着别动啊，得了，得劲儿。是否固定你所在的位置？固定之后，你将获得上帝视角，能够观察到整个地图的任意一处。好，还有固定和上帝视角，我们居然还可以从上帝视角来观察追捕者的行为吗？对面到底有多强，才会有这么多的限制？不过，当然要开启。金手指不用，才是傻瓜。恭喜玩家获得上帝视角。哦，原来这里就是全部的游戏场景啊，简直一目了然。上帝视角也太爽了。恭喜玩家获得技能狂饮，使用期间增加30%伤害，增加50%移动速度，移动速度持续时间为15秒。此外，其余隐藏技能请玩家自行发掘。有了属性攻击，这下就好办了。那大哥，我们就保持这样的姿势了吗？我们不去其他地方藏一藏吗？这里我总感觉有点危险啊，会不会太明显了？嗨，放心好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啊，这也有道理。10分钟躲藏时间结束，追捕者登场。开始喽！啊，这么快，不知道追捕者会是什么样的人。追捕者已到达赛场。和新手玩也太简单了，不如让我加点料。玄章贪狼，使用隐藏比赛升级卡10张，福利暴击卡10张，比赛难度正在调整中。新手 vs 资深者对决升级，奖励等级乘10，资深者能力限制加强。玩家贪狼触发隐藏任务，现在将开启全球直播。他们开始行动了，你还要换其他位置吗？再不换可来不及了哦。不了不了，意外相识一场，有人结盟总比没人结盟好，这局游戏我跟你会了，大哥你要罩着我啊。好吧。作为捉迷藏空间的首次直播，全场表现最优异者最后将获得一份神秘大奖。神秘大奖听起来好像有点意思，要全场表现最优异吗？不知道能不能拿到。我去，我们新手第一场就碰到了资深高手。大家先别慌。没错，他们追捕者加强了限制。对呀、啊、嗯，而且就算得不到，只要能混过这一场。距离比赛开始还剩5秒。3，我这里应该安全吧。2，上帝保佑。1。比赛开始。喂，蟒蛇，咱们说好的，我们狼队使用了道具，那就由我们先挑选范围，对吧？你可是一向言而有信的。当然，按照约定，现在你们有10分钟优先选择的权利。不过，先让我解决这个已经露馅的家伙。玩家歪歪最牛被淘汰。怎么可能？剩余躲避者242人。什么鬼？空调老哥怎么就阵亡了？哪里出了问题？明明他藏身的位置相当合理，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的。空调不就该挂在那儿吗？他们到底是怎么发现的？是不是用了什么提示之类的道具？不是道具。那大砍刀，你有信心躲过他们的追击吗？这群人看起来好厉害呀。你觉得呢，小广告？啊，谁是小广告？问题不在对面，注意你们脚下的灰尘。这个人眼神非常好，他可以通过地上的痕迹来判断你们的位置。痕迹？果然，刚刚躲在这儿的时候把灰尘蹭掉了。好强的推理能力。
太后 M 的玩家，是第一次才来的新手，太强了吧？他应该是经过训练吧，否则一般人哪有这么厉害？这个洞察能力在新人里还算挺强嘛，这么快就发现了追捕者的漏洞。哇塞塞，这个代号为 M 的玩家有点厉害呀，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发现了这种细节，未来绝对是个大佬。不知这个大佬现在在哪儿呢？这场游戏真有意思。门口这么多痕迹，屋里藏了不少人呢。空中捉鳖的时候到了，抓老鼠了，小子们给我上！是，别打我！求你放过我吧！玩家小小木船被淘汰，玩家无敌宇宙被淘汰，玩家美女社死被淘汰，当前剩余躲避者205人。各位大哥大姐们，快快救救我呀！我是胶带仔呀，还有我是纸箱。他们马上就要搜到我们这一层了。身为只有一次防御功能的玩家，这让我怎么救啊？如果为他们楼区的玩家吸引火力，那我不就是送死吗？可恶，你们这些见死不救的人，我都记住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之前固定物品的这个选项？固定物品选项，这跟躲避追捕者有什么关系吗？哎，大佬，能说清楚一点吗？我们有点不明白啊，这个选项有什么问题吗？纸箱，你试试解除固定物品，然后控制着纸箱原地使用二段跳，最后在空中立刻固定物品试试。原地二段跳在空中使用固定吗？哎，我试试解除固定物品，二段跳起，固定物品啊。不仅没有感觉到下坠感，而且我竟然真的能悬浮在空中。哎，大佬，我成功了。不知你们有没有发现，追捕者们手上拿着重武器，但却一枪不开。明明都有超能力，却还走楼梯，所以这只能说明他们的限制很大，双方能力太悬殊，游戏不许他们使用全力。只要你们移动物品速度够快，没准还真的可以跑过他们。但这种方法仅限搏命的时候使用，毕竟如果真被找到了，与其等死，不如搏一搏。呼呼，耶！那大佬，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求大佬解惑。你旁边不是有个阳台吗？跳下去，在楼房外的半空上卡着。现在是深夜，月亮又被遮住了，在这种一片漆黑的夜晚下，谁还能看得见你？况且追捕者往那儿看的几率非常低。哎，多谢大佬提醒，等我清理一下痕迹，我这就照着你所说的做。兄弟们，大佬说了，大剑去屋外卡着，借夜色掩藏自己。好，求大佬罩着。大佬真的是新手吗？居然能想到这招。大佬，请收下我的膝盖。我刚刚用上帝视角从一楼看了看自己，还真的看不清。哎，这边没什么灯光，显然是游戏为了照顾我们设定的吧。不是吧，这些物件竟然全部悬空了。这是卡 bug 了吧？这样也行啊？没准这是游戏本身的设定呢，只是一直没人发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 M 到底是有多厉害？竟然不到10分钟就找到了隐藏设定，其实他是用道具进去的。妈妈，大砍刀，我们要不要也去找找 M 大佬啊？让他给咱们指点一下。好。我觉得他好厉害呀，这么快就摸透了游戏，只要我们能傍上他，咱俩肯定能躺赢。可是我这个身形太大了，移动的话肯定会被追捕者发现的，但如果只有你自己悄悄移动的话，应该没什么大问题。这傻丫头还不知道我就是艾薇。
那我不去了。为啥？你不是觉得他厉害吗？既然这局咱俩结盟了，那我肯定不可能就这么丢下你跑了。我们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哼，还挺讲义气。奇怪，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人呢？我记得这里有声音来着，在楼下就听见了。小东西们，别躲了，你们是躲不掉的，自己乖乖出来吧，我还会下手轻点。肯定都躲这个房间里了。也没有人呢。该死，这些小东西都躲哪儿了？还挺会藏。这方案不太同的。名场面，名场面，我已经录下来准备发到油管上了。这货回归现实后看到这样的录像，他肯定脸都能气歪。这头顶上那么大的桌子都没有看见，他的狗毛啊。我收回之前说的话，这些躲避者也太有才了吧。话说这张桌子是怎么上去的？可以解释一下吗？我刚刚漏看了。哼，有意思，你还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呢？还挺会藏。我可非常期待啊。该死的兔崽子们，到底藏哪儿了？居然全部消失了。赶紧给老子出来。干，热武器不能用，实力要受限制，这火箭筒还没有一根破棍子顶用，咱们什么时候这么憋屈过？老大，你拿个主意吧，我们总不可能一直找那些变成大型家具躲不掉的倒霉蛋吧。对啊，老大，那六个娘们中可是有个会用弓箭的，要是等他们把麦田区里逃窜的物品杀完了，我们的表现分绝对会被反超的。想必这群躲避者应该是有高人指点，他们内部藏着高级玩家，否则我们不可能这么久都抓不到他们。既然如此，那就只有使用这个了。既然逼我到这个地步，我一定要这群兔崽子付出代价。追捕者贪狼使用一张道具卡，追捕者能力解锁40%。居然还有道具卡啊！我们会不会被发现啊？哟呵，竟然这么快就又使用上了一张技能卡，资深玩家就是奢侈。又用一张技能卡，这群新人居然这么厉害。玩家盲盒使我快乐被淘汰，玩家五三太有趣了被淘汰，玩家小兔子被�淘�汰，已死亡45人，当前剩余躲避者150人。不要啊！惨了惨了，他们能力这么快就解锁了40%，这下对我们可不利了。资深者的法子太多了。大佬，现在追捕者们又行了，我们该怎么办啊？我变成的是火车，而且还是8节车厢的那种，我这样还可以卡在半空中吗？大佬，还有我，我变成的是一座3层的小楼，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大佬，我变成了没有机油的直升机。这运气也太不好了吧，竟然会抽到这种大件物品。大肯德，你说这下 M 大佬会怎么做呢？大佬也不造啊，这么大件的物品神仙都难救啊，要看他们造化了。直升机兄弟在哪里？我是机油，咱们好像可以起飞。什么兄弟，快来马路上，追捕者降临的地方汇合，咱们这下稳了。直升飞机飞有了。来了来了，火车和小车想活命的话就去找直升飞机，让他帮你们飞走。啊，这真的没问题吗？做不到吧。大佬，我是直升飞机，不是会飞的航空母舰呢，我这怎么能带得了火车和小车呢？根本飞不起来啊。先别急，听过左脚踩右脚螺旋上天的事情吗？好，等火车和房子二段跳卡在空中之后，你飞到他们两个的下方锁定自己，房子和火车解除锁定会直接砸在你的身上，到时候他们再用你的身子当地面，再次使用二段跳就能跳向更高的地方了，你们就这样接力就行。啊，这等他们解除锁定踩在我身上的时候，那我不就当场去世了吗？他俩体积比我大得多呀。哼，难道你忘记了躲避者是不能互相伤害的规则了？我们同类可是不能互相攻击的，所以你会没事的。规则还能这样用？那行，我听大佬的，大家赶紧快到我这里来，我带你们上天，咱们都有救了。
能带火车上去，那我不也可以装在火车里一起飞上天吗？只要他们飞得高，追捕者肯定是抓不到我们的。就是，现在追捕者能力才解锁了40%，他们里面应该没人会飞吧？哎，新手就是新手啊，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形势大好，还往外面跑。这要是我，我宁愿站在原地，赌一赌追捕者他们找不到。估计是自暴自弃，人家追捕能力现在已经解锁了，他们这会儿逃出去不是找虐吗？哎，那可不一定， M 大佬绝对会想出办法的，他们这会子进火车说不定和 M 有关。我觉得这些玩家移动可能是准备联合所有物品反攻他们。你们在说笑吧？反攻？你难道不知道 A 级玩家有多强吗？一群新人还妄想反攻？等等，他们这是在干嘛？他们好像真的有办法。二段跳？什么鬼？这也行？左脚踩右脚螺旋上天，假的吧？啊，阿妈大老师怎么想出这招的？简直不要太绝啊，这火车起码带了100多个物品上天吧，以他们这种速度，5分钟后肯定都看不到踪迹了。可不是，就算被发现了也拿他们没办法吧，这些追捕者们该怎么办？现在我终于明白你为何会对他感兴趣了，这种洞察力确实不是一般人。你不觉得这次的新手局前所未有的有趣吗？一群新人将资深老手们玩得团团转，的确有趣。等等，先别找了，再这样找下去不行。怎么了老大？只剩下最后几栋楼了，他们肯定在里面。我们一直这样盲目寻找根本就是浪费时间，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躲避者之间肯定有某种通讯方式和全图视角，否则不可能这么默契让我们全都找不到。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借抓住一个躲避者，让他给我们带路不就好了吗？那么多躲避者，一定有一个愿意投降。可是老大，这不太符合规则吧？游戏允许这么做吗？有什么不符合规则的？可是历来追捕者都没有这么做过，万一……不要被发现，不要被发现，千万不要发现我，老天保佑。狗屁的规矩！反正条文里可没说不能这么做。大哥，别杀我！我听到你们说的话了，只要您愿意留我一条狗命，我什么都愿意做。这人真狗，竟然还叛变！就是啊，是男人就有点骨气，宁可光荣的死，也不能当叛徒啊！看得气死我了。不得不说，这次的新手局的确很有看点，什么情况都能碰见。新人们是配合不错，但是内鬼开玩家全图视野的话，不就相当于给追捕者开个全图挂吗？所以接下来躲在麦田区的玩家们可就难办喽。啊，什么情况啊？是谁啊？我怎么被标记了？好好的标记我干啥？不好，有人在看全局视角。我劝你们还是赶快出来送死吧，兴许我还能让追捕者给你们留个全尸。干，居然有叛徒，靠着出卖队友生存，真是不要脸，太恶心了。等着吧，你会遭报应的，要是我能在现实里碰见你，我第一个就弄死你。好啊，我等着瞧哦，有本事你来呀。完了，大砍刀，现在我们这边有内鬼了，他们马上就能找过来了。哼，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换位置还是就地等死？真讨厌，这游戏一点都不好玩。让我思考思考。捉迷藏游戏，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个意思。什么？小广告，方便告诉我你抽到的技能是什么吗？我看看，隐身10秒3次加防御3次，怎么了？哼，我知道怎么做了。大哥你看，就是那里有100多名躲避者，全部利用规则卡在了半空中，卡的位置非常非常高。不会吧，卡在空中怎么办到的？这是躲避者的隐藏规则，难怪我们找不到。拿着，给我火箭筒，只要给我看清他们的方位，不管什么规则，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什么？这怎么可能？夜上居然还有这么大的玩家，他们怎么躲上去的？竟然是真的，这群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直升机也就算了，火车和汽车也能上天？
就算是隐藏规则，也太离谱了一点吧？他们不是新人吗？不管如何，让我来看看他们的距离有多远。打不到，气不气？幸好咱们听 M 大佬的话，爬得够高。这群人卡的位置实在是太高了，甚至超过了我们武器的攻击距离，连我的弓箭都够不着。不管这几个人了，时间到了，停下手中的活，跟我一起去城区。是。说，这群人究竟是怎么卡上去的？说出来就杀了你。是一个代号为 M 的人教他们的方法，说是左脚踩右脚，螺旋升天。而且他还很厉害，对那些规则的运用简直炉火纯青。我感觉他应该是一个老手。老手？不过是一个新人踩了狗屎运，碰巧知道了隐藏规则吧。大哥，不要杀我，我知道的都说了。算了，别再浪费时间。天上的躲避者应该还能再拖蟒蛇他们一会儿。还有其他家伙活着，我们先去收割麦田区里的人。是。终于来了，重头戏要上场了。大砍刀，你确定要这么做吗？他们可都是 A 级大佬哎，我们这么做能成功吗？要是一个不小心被发现了，我俩就凉凉了。放心，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要开始了，记得听我号令，升到合适的高度就使用你的技能。嗯，好。三二一，出发。呜呼，快快快，要被他们发现了，他们一抬头就能看见我们。小广告，快，就是现在。好，技能发动，隐身。嗯，很好，高度非常合适，距离也合适，那些人也全部都进入了。根据现场玩家的举动以及小广告刚才透露的技能卖点，这群追捕者抽到的应该都只是普通的防御技能，所以他们逃不掉了。更何况想要获胜，怎么能一直墨守成规躲躲藏藏呢？既然是游戏，一直处于防守姿态是绝对会输的。接下来就是反攻时。首先寻找有标记的物体，他们被发现以后肯定全躲起来了，一个都不要放过。老大，放心吧，再怎么躲也不可。发生什么了？人呢？老大，你快回头看那里！天哪，这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怎么回事？这栋大楼怎么？玩家 M 击杀追捕者武大郎。我去，居然还能这么玩！玩家 M 击杀追捕者独眼狼。有玩家击杀了追捕者，还是两名。当前剩余追捕者十人。开始了，开始了！他们大佬一穿二，杀疯了！哎，这40米大刀这么猛的吗？如果 M 大佬真的是萌新的话，那可就创造历史了。在空中定住，隐身，然后发动斩击，这一套流程太帅了。当我们想着如何躲避追捕者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猎杀追捕者了，这也太厉害了！我感觉我们和他玩的游戏怎么不一样啊？他玩起来简直就是 easy 模式啊！玩家 M。原来他就是 M 大佬。真不赖啊，难怪你看好这小子，一个刚进入空间的新人就能瞬间杀死两个 A 级大佬，简直不一般的。是很有意思。可恶，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追捕者不可能互相伤害，躲避者吗？怎么可能？躲避者怎么可能有这种实力？给老子找出来，对面到底是谁干的？刚才我的全局视角里没有找到人，可能使用了某种技能，但我觉得对面那人很可能就是 M， 躲避者里只有 M 可能办到这件事。击杀两名追捕者，只有空间高手才能做到，你最好别骗我，否则害我失去了两个兄弟，这仇我一定会报。去，把蟒蛇他们叫过来。是。干掉这个人，我们都得死。原来，你就是那个 M 大佬，难怪你能想到击杀追捕者的办法，原来那些主意都是你出的。看来瞒不住你。本来还想再低调一点，但奈何实力不允许啊！哈哈哈哈。这个大佬好
好像和以往的大佬不太一样。我想象中 M 大佬会更严肃一点，但现在这样似乎更有亲切感。话说，现在你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你也能看到我已经成了他们的目标，你还跟着我，不害怕吗？当然不怕了，咱俩可是结盟了的，而且与其说怕，不如说更有安全感了。红，更何况抛弃队友、出卖队友的事，我可做不出来，我是很有骨气的。好，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会继续罩着你。目前来看，我们目标一致，说说你的计划，我们要怎么配合？你可别指望我拿着弓出去跟一个能力状态都未知的人对拼。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30分钟后比赛可就结束了。现在只有采取最笨的方法，我们九个出去吸引注意力，你来找他，作为交换，我可以打头阵。你为什么不等到第二次变身，非得要这么心急？也许他底牌已经用尽了。你知道他下一次变身会变成什么吗？既然现在已经有了他的线索，我们就该赶紧摧毁他，而不是任由他成长吸取经验。哼，你应该也是为了那件特殊物。只要按照我的计划将他杀了，天上的躲避者你有1分钟的优先权。哼，成交。现在是夜晚，麦田里环境过于黑暗，按照计划你射出一支发光的箭作为信号和照明的手段，一旦我们接收到信号后，会在同一时间冲出楼区，直接向麦田区里杀去。麦田区与楼区相隔了一条马路，马路没有遮挡，只能靠自己的反应速度快速冲过，所以我们跑到马路时就是最危险的时刻。不过 M 看到这个机会后绝对会出手，如果他还有再次反杀追捕者的想法，那时就是我们与他对决的时候。这群人还真是阴险，只可惜我们躲避者是拥有上帝视角的，早就把他们的计划掌握得一清二楚了。阿莫大神，你藏好啊，千万不要出来，把自己搭讪不值的。大佬，还有10几分钟就到下一次物品选择了，咱们没必要去冒险。我可以从天上跳下来吓他们一跳，杀他们个措手不及，绝对可以帮到大佬你。楼上的老哥，你忘记这里还有内鬼了吗？你这么一说，追捕者那边不也都知道了吗？不用，我一个人就够了，那个叛徒也在窥屏吧。赶紧叫那些追捕者快点干掉他们，我好回去睡觉了。 M， 你嚣张什么呢？有本事直接出来呀！10个追捕者你也敢说能杀，脑子缺了根筋儿吧。哼，叛徒不配说话，当好你的传声筒，找你蠢去。这一脚的确很嚣张啊，等我抓到你，一定会慢慢羞辱你，以解我心头之恨。信号发射了，我们杀。现在只要他敢动手，那么他的位置就会瞬间暴露，住在楼区顶部的蟒蛇就能直接干掉他。如果他不出手，那就更好了。待我们到达麦田区后，也会用最快的速度无差别清理麦田区的一切。 M， 不管怎么做，这次你都是死路一条。你准备好接受死亡了吗？ M 大佬，他敢动手吗？你就是 M， 你居然还敢露面，果然很有勇气。哼，正是本大爷，就不劳烦你们慢慢去找了，太浪费时间了，我饿了。在我的面前冲锋，你们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吗？趁现在，蟒蛇打不着。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空间里怎么可能有这种技能存在？刚刚那个是幻影，他一定是躲在麦田里的，把他找出来，分开行动，除掉所有东西。哼，北京，快闪开，他在后面。玩家 A 击杀追捕者独眼狼，玩家 A 击杀追捕者白眼狼，玩家 A 击杀追捕者小白狼。哼，都这个时候了还能走神，未免也太不尊重我这个对手了吧。不过你的反应还是挺快的，被你侥幸逃过去了，否则就是一穿四，可惜。你这家伙竟敢把我的队员都去死吧。大佬快逃啊，他手上有火箭筒。他该不会是被吓傻了吧，怎么不动？
你们懂什么？大佬一定是有自己的想法。啊！看来这小子耍帅耍得有点过头了呀，他还是太贪心。贪狼和他手下实力不一样， A 级追捕者怎么可能就这么被新手玩家给解决？你是这么想的吗？我倒觉得那可不一定，也许贪狼会阴沟里翻车。新手就是新手，就算再厉害也还是逃不过本大爷的手掌心。什么反击？可恶啊！终于解决一对了，然后就剩拿弓箭的那群美女蛇了。大佬，接下来怎么办？我只剩一次防御了，可是对面还有五个人。肯定溜啊，赶紧跑啊！可恶，这小子居然往巷子里跑，不行，视野太差了，完全无法瞄准。你们愣着干嘛？快追啊，不要浪费他这次露面的机会。是大姐。大佬，为什么我们要往这里跑啊？我们不躲起来吗？记得刚刚那支箭的主人吗？这里这么多遮挡物，肯定能干扰他的视野。他为了击杀我，不得不会转移地点，从而暴露位置，这样他就在明，我在暗，并且他的剑法也肯定会受到影响，反而对我们的威胁会变小。你看上面，他果然现身了。哇，大佬好厉害！往哪逃？这偏了，我猜的没错，这样的移动速度下，他根本没办法瞄准。如果我是他的话，就会迅速跑去前面狙击。至于位置吗？可恶，得另找地方埋伏。火车、飞机，你相信我吗？当然，大佬，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你们立刻从我标记的坐标那里掉下来，记住，锁定的速度快一点，别被摔死了。收到。作为新手，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可惜经验太少。Game over。嗯，哪来的声音？这是什么东西？就是现在，趁他的注意力被火车吸引，哼，分心了。你竟敢帮我们大吉，去死吧！小广告，快隐身，就现在！可是蓝色时间还没有好。他们怎么不动了？追捕者贪狼使用稀有级道具卡缩短了比赛时间，距离整场比赛结束还有15分钟。5秒钟之后，所有躲避者将重新选择你们的物品，进行第二轮捉迷藏。定住了。在选择结束之后，躲避者将获得5分钟的无敌时间，在5分钟之内，物品处于隐形状态，并且行走速度得到大幅度提升。所有躲避者请在5分钟之内找到并确定好你们所要躲藏的位置，追捕者解锁所有能力。嘿嘿嘿嘿，天不亡我，俺留了。可恶，居然在我们眼皮底下让他跑了。贪狼到底在搞什么？将时间推移到物品选择期间的稀有级道具卡是我最后的底牌，幸好在物品选择时，追捕者不管有多重的伤都不会死去。你到底在搞什么？我们刚才差一点就能抓到他了。我替你们挡了一枪，躺在地上撑了10秒，这群废物竟然都还没有拿下他。原来如此，我就说这人为什么单枪匹马往前冲，还以为他打算做炮灰，原来是有这种打算啊。倒地十秒不死，再配合道具卡和恢复药剂，这简直就是多了一条命啊。看来这次贪狼打错算盘了呀，在有这种道具的基础上，他应当是想借刀杀人。是啊，他原本应该是想借 M 之手把蟒蛇队全员击杀，然后再带着自己的队友把 M 干掉，结果没想到吃力不讨好，自己队员全挂，蟒蛇队只损失1人，最重要的是还放走了 M。 不过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呢？ A 级满状态的追捕者可是连坦克都不怕， M 有办法对付他们吗？哼，谁知道呢。 M， 你准备好了吗？等会儿我一定要第一个找到你，然后杀了你，你逃不掉了。哼，杀死我，谁杀谁还不一定呢。先选变身物品吧。
是否选定超级手办为你的变身物品。自带飞行器械倒是可以用来保命逃跑，可逃跑哪是我的作风，我要将这里所有的追捕者全部干掉。是啊，选定超级手办为我的变身物品。恭喜你，你的变身物品为超级手办。大佬大佬，我想好了，你觉得我变成一个龟壳怎么样？就像忍者神龟那样。龟壳？等等，你就是小广告？原来你长这样啊。对呀对呀。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变成一个龟壳，你就可以把我挂在背上，当你的防护盾了呀，就和刚刚一样。啊，不错不错，非常完美，这样速度、防御、攻击就全齐了。我们再次双剑合璧，干掉那群大坏蛋。大佬，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全都听你的，我变成了大宝剑。大神，要不然我们跟他们拼了吧。我变成了一面盾牌，我们这100多人里肯定有不少运气爆棚的人，变成个进攻性武器。大神，让我们一起来协助你吧。他们可是基本没有限制的 A 级，不是之前那个被限制30%的人了。要不你们还是带上我吧，我是盾牌，可以帮你挡挡枪。是啊大佬，我们还是有点用的，大不了当个炮灰，全都任由大佬差使。没想到就这么快我就拥有了这么多死忠粉，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啊。放心吧，这些人不足为惧，你们藏好就行，我会将他们一个一个送走，快速结束掉这场比赛。时间到了，你们走快点。5分钟躲避时间到，追捕者限制解除。不知道 M 接下来会变成什么东西。谁知道呢，生命等级正在提升至 D 级。不管那家伙变成了什么，生命等级正在提升至 C 级。生命等级正在提升至 B 级。是他一定。生命等级正在提升至 A 级。将会死在我面前。 A 级追捕者贪狼，狼形形态解除控制。久违的感觉呀，力量终于回来了。暗杀者形态解除限制。大姐，大姐，你没事吧？下一轮开始了，我们没抓到 M。 没事了，还有机会。现在6名追捕者的限制已全部解除。 M，这下我看你还能往哪里逃。 A 级追捕者蟒蛇，蛇形态解除限制。你们几个先去杀别的，今天就让爷来跟他好好玩玩，我要让他知道惹怒我的代价。不行，我们可是马上就能击杀他了，要不是你，我们就能为大姐报仇了。就凭你们，你以为你几个是什么东西？要不是蟒蛇给你们争取机会，你们早就在场外了，别耽误我时间。你无伤，大姐还活着。什么？大姐没事？对，现在让我们赶快集合，走吧。小蛇们，快去大蛇身边吧，落单可是会被吃掉哦。切，混蛋，我们走。好了，小东西，已经没有其他人来打扰了，现在是猎杀时刻。告诉我 M 在什么地方。好的大哥。 M 大佬，我们不躲起来，这样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我们了。躲哪儿？当桂皇？嗨，他们还有这么多人，而且全部解除限制了，狗是绝对苟不住的，这时候得智取。大壮这一队就剩队长一个，弓箭这一队没有击杀通知，应该全活着，不过这两队貌似有过节，不愿意相互配合，这就意味着和一方缠斗的时候，另一方大概率不会出手。这样的话，最优先解决的就是大壮那一个，而且他频繁的使用技能卡，说明这场比赛可能对他很重要，或许目的就是那个神秘奖励，明白了吗？明白吧。哼，算了，看你那呆样，你就听我安排吧。好嘞。少逗了，是因为害怕死得太快才背上龟壳的吗？可惜晚了。你说我是先把你的胳膊拆下来呢，还是直接把你的头给拧爆呢？你想怎么死？嘿嘿，那你就来试试看啊。你以为老子和你开玩笑？居然还笑得出来。我去，完全变身后威力好大，
绝对的力量面前，你这点小聪明毫无意义。你那些小手段对现在的我已经通通没用了。先撤，飞行模式。大佬，咱真的要这么飞吗？感觉有点奇怪啊。我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用啊。不好，他追上来了，这个高度随手就能碰到。你还有防御次数没？更新了，还有三次。那现在快要防御，他打过来了。去死吧！你打中。去哪儿了？居然还有力气逃跑。徒劳的挣扎，往哪儿逃都是死。你可要祈祷千万别被我追上。可算用假足迹把他忽悠走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一直躲在这里吗？莫慌，我原本也是想带他来这种地方，他正好把我打进来了，还省了我一点功夫。啊，他这块头在狭小的空间里肯定非常受限制，手脚都打不开，如果他想伸展就必须破坏遮挡物，只要破坏事情就简单多了。我没听懂。没关系，接下来的操作很极限，记得听我安排就行。没有问题，时刻准备着。 Nice， 看咱俩怎么成功反杀。喂，邵大哥，这儿你是不是眼瞎？在你后面呢，找半天都找不到，我看的都急死了。你也不怕另一队笑吗？光长这么多肌肉，我明明就在门口的柜子里，你还拼命往别的地方跑。但凡动动脑子，也不至于这么多队友都送完了呀，现在还被我耍得团团转。你困境比赛，这就是我的第一场比赛，做事没那么多废话。兴许还能多活一会儿。不可能，我不甘心。玩家 M 击杀追捕者贪狼，当前剩余追捕者六人。猜错了，换个方向就是了。就你这速度，也想靠近我？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么？身体多分几个就以为自己很牛了，这么原始的攻击手段就别拿出来丢人了。小广告，报一下剩下追捕者的位置，还剩十几分钟比赛就结束了，再不快点就杀不完了。得嘞。大佬和我们玩的是一个游戏吗？为什么同样都是躲避者，他就可以那么秀呢？游戏肯定刚开始给大佬安排错了身份。大佬，那些追捕者全部都被刚才贪狼的惨叫声给吸引了，现在他们正朝着我们这边飞速赶来，我的特殊能力也只剩一次了。没问题。大佬小心。喂喂，不是吧，这么玩不起。我可是有六个人，还玩偷袭这一招。只要能杀了你，什么方法都行。这女人真和毒蛇一样，比贪狼那个大块头难对付多了。这个 M 属实难缠，贪狼被干掉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甚至没来得及向我们求救。如果不尽快解决掉他，那么我们一定会因为找不完其他的物品而输掉比赛。将那家伙拿来。为什么被抓走的又是我？姐姐，咱们有话好好说，我很有用的，我可以继续向你们提供其他人的位置，你千万不要冲动啊。解决了 M， 那群躲避者翻不出手掌心，你已经没用了。再说愿意带路的狗有的是，杀了你先恢复一点之前消耗的血气再说。什么？不要杀我！我、啊、
玩家我是你的小宇宙被追捕者蟒蛇击杀，躲避者还剩135人。真精彩，多谢你们帮忙杀了这个内鬼。现在一件事要解决了。他怎么跑出来了？怎么可能？不好，这个角度，全员闪避！抓到你们了！玩家 M 击杀追捕者腾蛇。玩家 M 击杀追捕者眼镜蛇。玩家 M 击杀追捕者七步蛇。玩家 M 击杀追捕者乌梢蛇。玩家 M 击杀追捕者蝰蛇。当前追捕者还剩一人，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三分钟。太强了，大老牛啊，居然能抓住时机绝地反杀，瞬杀了对面五个追捕者。我去，这么算下来大佬真的战胜了六个 A 级，用一个新人的身份。膜拜大佬实在是太神了，从此以后我就是大佬的小迷妹了。太酷了，将来我进入捉迷藏空间后也一定要成为像 M 大佬一样的人，我要将大佬的比赛录像看十遍。 M局势已定，是你赢了，我不会再动手。那个特殊奖励能不能卖给我？这个对我很重要，你要多少钱都行，只要你开价，甚至可以不限于是钱，什么条件都行。卖特殊奖励？我甚至不清楚特殊奖励是什么，这要怎么谈？那是一种药剂。哎，不用解释了。时间到了，让这场比赛结束吧。卖奖励的事情咱们有缘再说，如果你还能碰见我的话。玩家 M 击杀全场最后一名追捕者，比赛提前结束，躲避者阵营获胜，存活人数135人。啊，杀了全部追捕者啊，我真是太帅了。发给你的，有吩咐随叫随到，我们都会记着你的恩情。先撤了，就不打扰你们俩了。哎，真好，还是甜蜜双排，人生赢家呀。不是，你们误会了，我们不是。大佬，你真的是新手吗？为什么这么厉害呀？感觉任何隐藏规则你都能马上发现然后利用起来。哦，当然是啊，不过我总不能告诉你其实我是一名侦探吧。当然了，因为我平时都注意饮食，所以才会变得思维敏锐。啊，真的吗？这诀窍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啊，多吃绿色蔬菜，少吃快餐，饭后多走走，你也可以变得和我一样聪明。好的好的，我记下了大佬。啊，我该走了。大佬，很幸运能在游戏里遇见你，谢谢你没有嫌弃我带我躺了一局，希望下次也能和你一起。对了，我的好友申请记得通过哦，拜拜大佬。好，下次再见。哼，他还挺有趣，不知道真人长什么样子。我也该走了。欢迎玩家回归自己的个人空间，第一次捉迷藏比赛正在结算，请稍后。恭喜玩家 M 在捉迷藏特殊对决新手 vs 资深者中表现非常优秀，成功击杀两名 A 级资深者，打破常规，提前结束比赛。恭喜你获得完美评分，您获得的奖励如下：获得称号天降福星，获得特殊专属奖励生命等级升华药剂限定。是蟒蛇想要的那瓶药。
获得游戏胜利奖励麻将，获得追加奖励直播常驻嘉宾的席位。系统，这两张麻将是什么奖励啊？它们有什么作用啊？具体作用等待玩家参加第二次游戏后才会自动公布。第二次游戏，也就是说我还需要再参加一次游戏才能知道？不是说好年满18岁只参加一次游戏就可以了吗？想要继续探索空间深层秘密，只有不断提高积分才能揭晓。奖励就这些了吗？好像也不多。那现在帮我查看下我获得奖励的详细信息。正在加载，请稍后。机会。在现实中死亡后可以复活3次，这个奖励倒还不错，用得好简直逆天。不过这个生命等级药剂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为什么蟒蛇宁可搭上性命也想要得到它？不管了，先收起来。您现在需要分配您的随机属性点吗？将其余3维全部提升到10点，剩下的随机分配属性点等以后弄清情况再说。正在增加，请稍后。属性点分配完毕，可分配点数还剩19点。特别提醒，玩家在进行完空间的第一次挑战并获胜之后，在3天之内可自行选择时间参加第二次空间游戏。您将在3秒过后回归现实世界，请做好准备。好，开始传送吧。不知道这里的现实世界是什么样子？3、2、1，玩家 M 正在回归。我的天哪！这个世界的科技竟如此发达，太震撼了，比我原来的世界要先进太多了。在这样的地方生活的人们，会不会感觉很压抑？如同森林般的高楼，让人喘不上气。还有神秘的游戏，未知的危险。我的头！好痛啊！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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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这些都是原主的记忆吗？好痛苦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说，一个大脑无法相存2种记忆吗？而且原主的记忆非常残缺。从那次案件过后，我就穿越到了这副身体里，开始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比赛，直到现在才接收了原主的记忆。难道这些事情是有联系的吗？为什么原主的记忆如此痛苦？这些游戏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赢下去能不能找到我要的答案？虽然还没弄清楚为何我会突然穿越来到此地，但就目前的各种情况来看，我还是先想办法在这里生存下去比较好，先回原主家吧。9-24，按照原主的记忆应该就是这儿了吧。钥匙插得进去，没错，我回来了。小莫。什么？小莫，你终于回来了，姐姐要担心死了。我快要摔了，我看不见东西了。小莫，快和我说说在空间里玩得怎么样呀？第一次参加游戏什么感觉？有没有成功活到最后呀？有没有害怕呀？是的，是的，姐姐，我成功了，可不可以让我先起来，我慢慢和你说。抱歉，抱歉，姐姐刚才太激动了，吓到你了吧？今天小木辛苦了，来，赶快进屋歇息吧。谢谢姐姐，我换个鞋。这是？这些鞋不是同一个风格，莫非家里来客人了？姐，家里来客人了吗？哦。你怎么知道？
看来小木参加一次游戏变敏锐了。来吧，我给你介绍介绍，他们是姐姐的朋友。哦，根据原主的记忆，这位是他异父异母的姐姐苏雅。在母亲去世5年后，老爹便和邻居单亲少妇结婚，之后原主就多了一个姐姐。后来老爹他们为了清闲，便在国外定居，偶尔才会回来一次。于是现在家里就只剩下了原主和他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小木，发啥呆呀？啊，姐，你怎么了？今天一直心不在焉。没事儿，刚才在想游戏的事情呢。他绝对是最了解原主的人，得小心应对。好了好了，都结束了。我家小木很厉害了，第一次参加空间游戏就能顺利通关，正好今天的客人也是空间资深玩家哟。空间的资深玩家？姐，你什么时候还有这种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他们几个是我刚认识没多久的朋友了，以后你对空间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问他们哦，他们人很好的。话虽如此，但这次的捉迷藏游戏可危险了，一上来就面临 A 级追捕者，尤其是那个叫蟒蛇的坏女人，就这么一点点就被她一箭射死。我去，小莫，你怎么了？没什么，你们好。这不是蟒蛇吗？他们几个该不会是专程上门来找我复仇的吧？不过在第一场游戏里我变身成了物品。你们难道认识？怎么可能认识呢？主要是姐姐们太漂亮了，我都看呆了。变成物品的话，他们肯定不知道我的真容长什么样子，就算是现在和追捕者面对面，他们也不知道眼前的苏木就是 M， 更何况我还修改了面貌。小木，你还愣在门口干嘛？赶快进来啊。好嘞。姐姐们好，我叫苏木，很高兴认识你们。苏姐姐，你的小弟弟好可爱啊，我一见到他就觉得很有好感呢。小弟弟，你别害羞嘛，刚刚你们在外面的话我们都听到了，关于游戏空间你有什么不懂随时都可以问我们哦。好。几位姐姐，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空间游戏，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能麻烦几位姐姐给我讲解一下吗？好啊，简单来说，想要获得财富、异能甚至是生命，只有不断进入空间挑战各种不同类型的游戏，你才能有机会得到这些东西。除了18岁那场空间游戏是每个玩家必须参加，除此之外之后是否参加空间游戏全靠玩家自行决定，每一种空间游戏它的难度不同，最后你所获得的奖励和积分也就不同。还有不同的难度？那这个空间游戏的难度具体是怎样划分的呢？空间一共将游戏难度分为12个等级，每次玩家进入游戏前可以自行选择一个骰子点数来决定本场挑战的游戏难度，骰子点数越高游戏难度也就越高。另外同一难度等级的游戏又分为了不同模式玩法，玩家进入等级界面后可以自行选择参与哪种游戏，最重要的奖励是积分，游戏实行排名积分制，只有生死挑战可获得积分，当你的积分排名越高你就越有机会看到另一种不同的世界。就算在游戏外这7场也让人不寒而栗。那这么说，只有玩家参与的空间游戏难度越高得到的积分才会越高，排名才会上升得更快。是的，风险越大收益越大，不过想要挑战高难度的游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能耐，毕竟要是稍不注意可能就会命丧黄泉哦。这个我知道，多谢姐姐提醒。所以参加空间游戏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公平地给了所有人机会，只要你有一颗想要变得更强的野心，那么再高的游戏难度你应该也会想办法克服吧。
空间游戏或许和我的穿越有关系，我一定会弄清楚。好了，一个个这么严肃，你们就别再吓唬小莫了。人家今天才刚挑战完一场空间游戏，正是最需要鼓励的时候。抱歉抱歉，是我疏忽了。不愧是 A 级玩家，今天的这些画中画还真有意思。他们接近我姐有什么目的？哦，对了，苏木。啊？我想问问，你在捉迷藏空间里有遇见过 M 吗？或者有没有什么关于 M 的情报？啊 ？M， 我都没见过 M 大佬。在整场游戏里，我都在被那个叫蟒蛇的 A 级玩家狂追，好吗？我还差点死在了他的剑下呢。你不知道，这女人可恨得很。哦，既然如此，那好吧。是啊，哎，你找 M 关我苏木什么事？蟒蛇来这就是为了寻找我的下落。当时参与的躲避者那么多，只要我不承认，他们就没有办法。哎呀，和姐姐们聊得太尽兴，时间也不早了，我该回屋写作业了。嗯，去吧，小木。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姐姐，耐心地给我科普空间游戏的相关法则，让我受益匪浅。各位姐姐，你们慢慢聊，我就先回屋了，不打扰你们了。去吧，乖乖写作业哦。那我们下次再见，苏木。那我们告辞了，多谢款待。不客气，拜拜。虽然搞清楚了游戏规则，但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啊。刚才蟒蛇他们所提到的排名上升后可以看到的另一个世界，究竟指的是什么？金钱、权力还是美色？我看没那么简单，排名对于玩家的诱惑力恐怕远不止于此。鲁命换来的奖励应该远比这些更诱人。算了，既然搞不明白，那就把排名冲上去，一探究竟。小莫，你好了没？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不出来？不会在里面晕倒了吧？你是想把自己身上的皮都给搓掉吗？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出来，你等我一下。差点忘了，现在这个家里不是我一个人住，还有原主的姐姐在。不过突然和一个年纪相仿又没有血缘关系的女性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多多少少是有点嘿嘿，真让人不好意思。你终于舍得出来了，我还以为你要在里面泡一辈子呢。啊，姐，你这副打扮是？这还用问吗？现在都这么晚了，当然是进去洗澡了。我去，浴巾要掉了。今天累了一天，忙活这么久，现在终于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正好洗个热水澡。不要啊！小莫，姐，那个你别误会，是他要松掉，我帮你拉住而已，没占你便宜。你的手放在哪儿？是真的，你相信我，我绝不是那种随便占人便宜的人，都是巧合。完了，我的浴巾！啊，流氓！小莫，你太过分了！妹子，这是个意外，意外啊！我发誓，我绝对不是故意的。莫，你叫谁妹子？你再喊一遍试试！啊，不不不，姐，这是个意外。虽然不知我为何会突然穿越到这个平行世界，变成学生苏木。还莫名其妙玩了一次捉迷藏游戏。船到桥头自然直，不管这么多了，我还是先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才行。
走，走。哦，很久没回过学校了。嘿，木子，昨天睡得咋样啊？游戏活下来没有？我可是猛到了最后。哼，肯定活下来了，睡得也挺好的。怎么了？嗨，我还以为昨天通关游戏后，你会和我一样兴奋的睡不着呢。有这么夸张吗？那当然了，昨天我得到了三点随机分配的属性点，足足三点呢，这可是和异能一样珍贵的程度。三点，很多吗？我去，大哥，你火星来的？平时的捉迷藏普及课你都没看过吗？据权威机构统计，第一次参加空间游戏能获得的最高属性点是四点，正常人的第一次属性点奖励可是只有 0.1 到 0.4 呢。多亏了 M 大佬，我们才能顺利通关。要是哪天在现实世界里碰到了他，我一定要当面好好感谢感谢他。我记得我好像还有19个属性点未进行分配，所以这还是巨款啊。是吗？得到了三个属性点，你好像很得意嘛，在这四处炫耀。是你赵哥。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这获得三个属性点的臭小子究竟能有多嚣张。怎么，你以为自己已经无敌了是吗？没，我没有。切，这就叫嚣张了。有 M 大佬一路带飞，顺利通关就足以炫耀很久了。换作是我，我还要高举三天大旗告诉大家，小爷我顺利通关了。赵哥冷静，苏木他不是故意的。嘿，小子挺横啊，当我面逞英雄。有本事你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哼，再说一遍就再说一遍。怎么，你怎么这么恼羞成怒？该不会是站错队，所以才看不顺眼 M 大佬？呦，看你的表情，我说中了，你就是那个利用完了就被杀了的那鬼吧？什么呀，原来他就是游戏里那个叛徒啊。他以为自己傍上追捕者就能高枕无忧了吗？好蠢啊，这么简单的道理他都不懂，估计他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吧。臭死的，我要你多嘴。恼羞成怒想对我动手，太慢了，还是省省吧。啊，可恶，说你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还真是抬举你了。这么看，你不仅没脑子，手脚也不麻利，就这么点劲儿，你吓唬谁呢？ M 都怪他，如果不是他，我和贪狼的合作一定能到最后，谁还敢这么对我？你给我等着，我早晚要你好看。怂包，不送了。木子，你没事吧？赵宇那货输了比赛到处找人出气，真无耻。游戏里害人，游戏外也要害人。没事，以后他要是再敢欺负你，你就还回去，那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小人。凭什么要被那、啊、哭啥？木子，你能为我出头，我太感动了。从今天起，除了 M 大佬外，你就是我的神。啊啊，趁着今天老姐不在家，干脆我再参加一次空间游戏好了，这样我才能获得积分，提升我的空间排名。而且估计没人猜到我会这么快进行第二次挑战，也能摆脱一点我就是 M 的嫌疑。哎，等等，我好像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进入游戏，那我玩个屁的空间游戏啊，我又没上过什么普及课。
人游戏空间通道已开启，请问玩家是否进入？啊，我就随便抱怨了一句，这就打开进入游戏的通道了，哼，还真是贴心呢。进入。欢迎您再次进入个人游戏空间，开始您的第二次挑战。现在请玩家自行选择一个点数，来作为第二次空间游戏的挑战难度。嗯，我记得蟒蛇之前说过，空间难度一共分为12级，游戏难度也是根据投资的点数来决定，点数越高，难度越大。可是一个投资的最大点数为6，若是想要达到最高的12级，至少得有两个投资来决定才行。我现在的实力不适合挑战高难度副本，所以我选择点数1。如果我推测正确的话，在这里选择点数1才是最为保险的做法，能够尽量保证最后的数字足够小。现在请玩家随机抽取第二个投资点数。哼，好家伙，果然有两个投资，而且第二个投资是随机抽取，如果第一个投资那里贪了，那现在就傻眼了。开始抽取吧。投资点数抽取完成，本场游戏空间总难度为5，请玩家做好准备。第一个投资的选择非常重要，无论想挑战什么难度的副本，只要第一个投资选好了，那么玩家大致就能控制住整场游戏的难度范围等级。空间游戏匹配成功，直播常驻嘉宾开启第二次挑战，全球直播同步进行，希望在这次的挑战中您能表现得更加出色，祝您好运。这次的游戏场景看来在一座城堡内。嚯，我这身打扮简直太眼熟，这不是福尔摩斯的装扮吗？这次的挑战还有身份的，难道这一场游戏的主题是 cosplay？ 我扮演侦探，这可是我的老本行啊。看来这次的玩家水准与上次的完全不同，虽然人也很多，又是一场大型挑战赛，但是毕竟上次是纯新手场。这批人里老玩家不少啊，所有人都保持着沉默，谨慎地打量着四周。小广告，哼，没想到这么快又能碰见他，居然也来了，倒是巧了。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庄园，这次的挑战为逃亡模式，角色扮演大逃杀，接下来是比赛规则，请听好。比赛规则只复述一遍，这一局你们是猎物，你们将按照座位分成三人一组的小队，与凶残的追捕者进行逃杀。在整个庄园内藏着数十个宝箱，所有玩家需要找到其中的三个任务宝箱，并且破解里面给出的逃亡线索。通过收集到的各种线索，玩家需要推理出正确逃离庄园的办法。小队只要有一人逃脱，该小队全员算作成功。本轮失败条件，全队覆灭。本次场景的特殊规则：一，同阵营玩家不得相互攻击；二，每一位玩家身上都有专属的必死规则，一旦触发该规则则直接淘汰。必死规则吗？鉴于这次比赛的困难程度，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次抽取道具物品的机会。
现在你们将有十分钟时间来通过转盘抽取你们的专属物品。物品抽取结束之后，比赛正式开始。传奇物品，听这名字怎么也要比另外两个高级一点。既然如此，那就你了吧。门先生的钥匙可以通过门传送到庄园的任意有门的位置，一小时仅限一次。大福的怀表可以暂停时间三分钟，半小时仅限一次。PP 针可以复活一名队友，一小时仅限一次。三个物品看起来好像都很厉害的样子，那到底该选择哪一个呢？门先生的钥匙肯定要重点考虑，任意门肯定包括逃离庄园的大门。选我，我可以复活队友，我还能带他去任何有门的地方呢，凭什么选你？哟，太拉了，我可是能暂停时间，能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的极品道具呢，冷却时间还是最短的。你说的有道理，半个小时的超短冷却实用性绝对比门先生的钥匙要强。至于队友，哼，那是什么，全队靠我塞，要队友干嘛？就你了。恭喜您成功抽取传奇物品大福的怀表。哼，这把稳了，有时间暂停的异能，追捕者怎么可能轻易抓到我，利用得当，坑死追捕者不在话下。您是否要查看玩家瑶瑶和玩家荆棘花的必死规则？查看。好，我还能查看其他玩家的必死规则，这两个人应该就是我的队友了。玩家荆棘花必死规则，双手举过头顶。玩家秦瑶必死规则，鞋子没有触碰地面。倒是不苛刻，就是要额外小心这两点。作为天降福星的获得者，您在这场游戏里将自动激活两个额外的特殊奖励。什么？一，可以修改其他玩家的必死规则。二，可以查看所有玩家的必死规则。但除了查看您自己的必死规则之外，此权限一小时内只能使用三次，现在您已使用了两次。我去，你这坑爹的老六为啥不早点告诉我，害我白白浪费了两次机会。算了，系统查看一下我的必死规则。玩家 M 必死规则，十分钟之内必须眨眨眼睛，当前剩余时间为四分钟。幸好还算比较合理，根据刚才看到的必死规则和他们的穿着打扮来看，该不会必死规则是和我们的身高特点以及装扮的角色相关吧？喇叭有什么用啊？我的道具还是个水杯呢，好像更没用。我们的物品也抽完了。哎，我的是个项链。哎，我去，给老子一个什么破扫把，这也太晦气了吧，让我去扫大街吗？哎呀，去他的烂扫把。哎，老哥老哥别，我有特殊物品，咱们队还有希望。发生了什么？玩家秃头不用洗淘汰。啊，这么快就淘汰了两个人，这场游戏有点难度啊。玩家香辣火锅淘汰。怎么会？开局就是地狱模式，太变态了吧。比赛都还没有正式开始，全队就只剩下他一人了。啊，是专属规则，一定是他们两个的专属规则。他们两人好像也没做什么吧。有没有哪位大哥大姐能帮忙复述一下他们刚才的动作？哎，他们队友呢？他们队友吓傻了，一时半会回不了神。
我看得很清楚，那个和尚起来说了一句骂人的话，将自己的物品丢在地上。旁边的那个就更无辜了，只是单纯站起来说了句话。这可怎么办？我们总不可能在这儿一直坐着吧？追捕者们马上就要被放出来了，这庄园地图长什么样子我们都还不知道啊，宝贵的熟悉地图时间可不能被浪费了。十分钟抽取时间结束，此次比赛地图为豪华城堡，当前躲避者22人，追捕者4人，游戏中还有部分隐藏规则需要玩家们自行探索，15分钟后追捕者上场。大家快动啊，这可是占领先机的好时候啊。你怎么不动？有本事你带头站起来啊。就是啊，你先打个样。你这么能耐，那你起来啊。你全在这扯皮没意义的话，又不是站起来就会死。大郎啊，小广告。好巧啊大郎，我们是一对哦。看来我们很有缘哦。他就是你提过的 M 吗小杨？对呀，我上一场游戏多亏了 M 大郎。久仰大名，上次的比赛我也在直播中看到了，很精彩，看得我热血沸腾呀。过奖，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既然我们都是队友了，那么这次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M 大佬对刚才的情况有什么看法吗？都说了是专属规则，那我们每个人的必死规则肯定是不一样的嘛。难道这人已经推理出来了？他知道什么？看来完全看透了呢。不用一个个畏手畏脚的，再不出去寻找躲避点，你们是想被直接一锅端吗？各位请看看你们自己的服装，游戏开场提示过本场是身份场，我们所有人的隐藏必死规则与现在所扮演的角色个人身体特征是有一定关系的。好像有点道理啊。不错嘛，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竟然就能发现必死规则的问题所在，真不愧是我看上的 M 大佬啊。刚才和尚玩家骂了脏话，他触犯了佛门戒律，不符合身份。而那位道士玩家必死规则应该是不能大声喧哗。这人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他？熟悉的味道，这人绝对是 M 大佬。仅仅过了几分钟，他就推断出那两玩家的专属必死规则了，好强的推理能力。虽然还不知道这名福尔摩斯玩家到底是谁，但是以女人的第六感来看，我也觉得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 M 大佬。好了，咱们赶紧去寻找线索吧，别留在这耽误时间了。跟着大佬走就是让人安心。 M，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有趣啊。手抬那么高，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吻你吧？你，哎呀，开个玩笑而已，放心好了，你们都可以说话走路，你俩的必死规则不在这两方面。好了好了，快走吧，不然待会儿寻找线索的时间可就真的不多了。记住，不要做违背身份的事情就行了，必死规则也没有那么可怕。这家伙。明白了，大佬真给力。快走吧，不然待会儿寻找线索的时间可就真的不多了。好。这个福尔摩斯玩家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跟着他们走一定不会有问题，我们跟上。很好，这次你也一定要好好表现哦，不枉我特地跟过来。千万不能让我失望啊。玩家秃头不用洗的必死规则，说脏话。玩家香辣火锅的必死规则，教堂里大声喧哗。我去，那个人竟然全都说中了。刚才那个人该不会是 M 大佬吧？这人的脑子为什么这么不一样？如果那个福尔摩斯真是 M， 那我觉得他也不过如此嘛。
七分钟才做出推理，这对于空间游戏推理一把手的你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嘛。不，他并不是花了七分钟才做到的。这个人之前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抽选道具上，根本还没开始研究必死规则。而从那两人起身到炸开，他最多只花了一分钟，就现场分析出了他们的必死规则。一分钟？真的吗？没错，他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推理天赋异禀，我也很期待能与他同台竞技。只不过那时候，哼，我一定会打败你的。哇，我们躲避者一共才22个人，要在这么大的地图里躲藏啊。这豪华城堡貌似豪华的有点过头了。瑶瑶说的对，在这么大的城堡里，我们既要寻找逃脱的专属密码，又要躲避追捕者们的攻击，还要自行推测出隐藏规则。更何况还有必死规则限制，这次的游戏怎么看来都是对我们躲避者玩家不利呀。没那么困难，我们只要在这些区域里找到有关那三个任务的提示不就好了吗？只要顺利完成了那些任务，我们就有机会获得专属逃脱密码了。这场游戏的终极任务还是逃脱庄园。那我们现在应该从哪里开始找呢？地图这么大，从哪里下手很关键，不然就是浪费时间。当然是从这个门开始咯。啊，可我们才刚刚出来，是要原路返回吗？没错，那个城堡大厅上面还有很多房间，那里面说不定会有我们想要找的线索。嗯，既然这样，那我们刚刚为什么要从城堡出来嘞？直接在那儿找不是更节省时间吗？哈，因为我想出来看看整场游戏的场地规模到底是怎样的呀。而且我不出来，其他玩家也不会出来，要是真的有宝箱，当然是我们小队独享最好。走吧，咱们得趁追捕者上场之前赶紧找到第一个任务线索才行。这边的房间没有东西。嗯，我这边也没有。我们会不会是搜查的方向弄错了？这里什么都没有，也许这儿真的就是一个单纯的躲避者初始点位呢。对啊，大佬，不管我怎么看，这里都不像是可以藏线索的地方，到处都是空的。不对，一定是我刚才忽略了什么信息，肉眼看不见，就是藏在了更隐蔽的地方。不然游戏设置城堡的意义何在？既不方便躲藏，又没有游戏任务提示，那怎么可能？推动了，竟然有这种机关藏着。啊，这样也行？明明刚才我也推了墙壁，为什么我弄就没有任何反应？估计是你推的时候用的劲儿不够大吧。啊，有了。恭喜你们触发了你们队伍的第一个专属任务。专属任务一，在48小时内用这台智能手机与所有的追捕者一起拍一张合影，要求近距离拍摄，所有追捕者全部要露脸，三人中一人完成拍摄即可。与所有追捕者一起合影还要近距离？别开玩笑了，这不就是在白白送死吗？不会吧，这怎么完成得了？这才是我第二次参加空间游戏啊，要是我被淘汰了，那我不就嗝屁了吗？这简直不要太简单，甚至不需要用到任何道具。
你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追捕者应该马上就要在游戏场地的最中心出现。所以你的意思是？而这就是和他们合影的最佳时机。你们躲起来，我一个人就可以去完成。啊，大哥，你确定？你没在开玩笑？系统绝不会给玩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个看似很难的任务，实际上破解的方法很容易，就是在所有追捕者降临的时候去与他们合影。刚降临在游戏里时，追捕者有一段时间是被规则限制了行动，只要我们胆子大，然后把控好时间，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任务。有点道理，但是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要想到正确的方法以外，还要有勇气去实行，毕竟限制追捕者的时间很短暂，稍有不慎就会被解除限制的追捕者直接猎杀。哇，你好厉害啊，一下就想到了办法。靠着这个办法，哪怕我计算失误了一下也没有任何关系，只要有大幅的怀表在，就能弥补任何失误，而且三分钟的时间足够我来回拍好几百张照片了。躲避者玩家优先躲避时间结束，现在追捕者上场来了。好位，这次的追捕者是我们耳国官方特殊部队白鹰的成员。哈哈哈哈，那个叫 M 的没机会了，准备投降吧。我们耳国的 A 级强者可不像贪狼那群废物一样。切，耳国强者又怎么了？再强不也是 A 级？M 大佬可是一次性击杀了七个 A 级，这次也可以做到。如果刚才那个福尔摩斯真的是 M 大佬的话，那他肯定能把他们刷得团团转。追捕者在此次作战中将会变成实力强大的特定怪物，作为平衡，他们将受到一定限制。现在请追捕者在90秒内选择自己所要变身的怪物。90秒后比赛正式开始。打这些小喽啰完全没有意思，你们两个小时应该够了吧？够了够了，老大这次你都不用出手，我们来就行。就凭你们四个，想要抓住我们好像有点难呢，要不你们再多叫点人来。来，咱们来拍个照合个影。啊？不然待会儿你们被我淘汰了可就没有机会了，与手下败将拍合照留念还是第一次呢。哇对哦，他是躲避者吧，怎么敢这样大摇大摆的出现在追捕者面前。哼，我觉得这个福尔摩斯应该就是 M 没错了。是，毕竟除了 M 之外，目前还没有人敢这么直接跟追捕者们正面交锋，如此大胆的风格很有他个人特色。主动上前合影啊，该不会这就是他的专属任务吧，这太疯狂了。我懂了，大佬是要在追捕者降临的期限内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他敢上前和追捕者合影，可见这人的心理素质真强。要是换我上去肯定当场自闭，我腿早就软了，哪还有心思跟对方说话呀。不过我还是有些好奇，像这么一个厉害的人物到底是怎么混进那场新手局的呀，你说会不会是他用了什么道具？谁知道呢，或许那场新手副本里有他非得到不可的东西了。你是躲避者，好歹啊，过来送死的吗？躲避者，你真有趣，还敢来挑衅我们，是新人吗？还行吧，你们配合一下。
小子，劝你别太嚣张，限制时间快到了。若不是我们登场前的空气墙，你现在已经变成两截了，再不跑，第一个拿你开刀。好了，别废话了，把头转过来，咱们来拍个照啊。几位笑一下，三二一，茄子。太强了，完全不在乎这些追捕者的危险。先撤了，拜拜。溜得真快，这张照片就当是给你们的纪念好了。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躲避者，真好玩。臭小子，我一定要宰了你。玩家 M 成功与四名追捕者完成合影，小队专属任务一完成。你竟然真的做到了。他们大佬最强了，哦耶哦耶。面对那些追捕者，你不害怕吗？他们肯定记住你了。刚才真是吓死老子了，腿都软了好吗？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赶紧撤吧，不然待会儿追捕者上来了，那可就麻烦了。城堡房间全是空的，没有物品掩护，不好躲避，咱们去游乐园。好。90秒，怪物选择完毕，现在游戏正式开始。开始了。我去，还好刚才那人跑得快。这些怪物看样子还有其他特殊技能吧？好凶残啊，我已经看得瑟瑟发抖了。葛源，去追刚才那个家伙。是，老大。哼，其他人按计划行事，各自选择一条区域猎杀躲避者。这里位置较高，可以随时观察到追捕者的动向，而且还不容易被发现。咱们先看看这追捕者是什么路数，到时候再做打算。自古搜寻不抬头，这里的确是个好地方。我去，有个红衣女来城堡方向了，城堡的兄弟们注意一点，这红衣女还是个阿飘啊。兄弟们，你们找到宝箱了吗？有哪位仁兄可以提示一下宝箱的位置呀？别管什么宝箱，大家赶紧藏好，保命要紧啊，这次的追捕者太凶残了。这些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一个任务宝箱，十来分钟全都用来找位置躲藏了。他们将这个游戏当成纯粹的捉迷藏了，要完成这次任务可不能在一处地方一直待下去，这场游戏的关键就是要不停地跑。他们这么快就来了？救命啊。哼，看来已经有倒霉蛋被发现了。玩家，我是风儿淘汰。玩家，小木马淘汰。当前躲避者20人。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里已经不安全了，要不咱们现在还是趁乱赶紧逃吧。不急。不要啊，谁来救救我吧。别跑啊。糟了，他出来了，他看到我们了。原来如此，我知道了。嚣张的躲避者，我等会儿过来找你，你先好好看看你将要面临的下场吧。不好，这是个死胡同，前面没路了。不，怎么会这样？你们跑不掉了。我和你拼了，大不了就是一死，去死吧。那我就成全你。这才对吧，躲避者就该有躲避者的样子。
好，要不我们还是赶紧逃吧，不然后果可不堪设想啊，他明显盯上我们了。啊，这明明就是在杀鸡儆猴啊，他一定会吃了我们的。别急，怪物虽凶猛，但他也是有弱点的，只要掌握了很容易摆脱他。弱点？嗯，刚才我发现他在追杀躲避者时行动变得很缓慢，而这应该就是追捕者的规则限制。求求你放过我吧，我还不想死，只要你放过我，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我还真有一件事需要你来做，很简单，你们应该有躲避者的聊天框吧。有的，你是想？那你给我发一句话在聊天系统里，转达给其他躲避者们。发射成功后，我就让你先跑三秒。好的。先跑三秒和原地等死没有区别，但这是唯一的机会了，还是先听他的。你就发，躲避者们，你们的克星员二大爷来了。不要再妄想挣扎了，在游乐园里被抓住的人要想活命的话，待会逃跑就跑 S 路线，目前所有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逃跑。此外还有一条没有确认的漏洞，追捕者每一次攻击都有短暂的停顿，大概一秒钟，使用这条漏洞逃跑的时候要谨慎一点。南木大佬，他竟然跟我在同一场游戏里。啊，他不是刚刚结束一场游戏吗？居然又开了。明白，太好了，有 M 大佬在，我有救了。发完了，我现在可以先跑三秒了吧？你不会说话不算话吧？当然，三，跑吧，赶紧跑吧！你越是惊慌，我就越是兴奋，好好享受你人生最后的时光吧！去死吧！M 大佬保佑。该死路线！什么？该死！别想跑！躲过了 ，M 大佬说的是真的。他跑的方向似乎不对劲，这是他在跑 S 型路线，看来是发现了我现在的弱点。可恶！你以为我是谁？休想就这样从我手里溜走！该死的限制，让我跑得这么慢，给我站住！只好用这一招了，追上去。怎么回事？哎，什么鬼啊？鱼伞怎么又回去了？难道本源还不熟悉怪物的身体，所以操作失误了？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解释下吗？你们快看，他吐出来的东西又回去了呀。追捕者在白天会被大幅度削弱，技能无法在白天使用。哇，原来是这样，这个玩家运气真好。太好了，有这个限制在，我们现在就可以继续去寻找任务宝箱了。没错，追捕者在白天的限制很大，完全就是废物。现在就是我们完成任务的最佳时机。我们还是按照刚才的计划行事，反正我有大幅的怀表在身，不怕被抓住。你们在这里等我，我下去探探情况。该死该死，技能不能用，连雨伞都不能离开身体，这具身体的限制太大了。要是解除限制的我，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也能卡住？我去，这具怪物身体也太次了吧！哟，还真是狼狈。继续继续，加油啊！是你，那个嚣张到和我们拍合照的家伙，你居然还敢出现？是我怎么样？我现在就站在你面前，你有本事现在就出来弄我呀！你，好了，我还有事儿，就不陪你在这玩了，拜拜。有本事报出你的名字，我彻底记住你了。你看我出来后弄不弄死你？记住了，我叫 M， 想杀我，还是等你出来之后再说吧。你现在的样子太滑稽了。M， 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要杀了你。终于找到了，箱原来就藏在这儿。这次的运气似乎比上次好了不少。正好那个追捕者还没挣脱，现在就打开吧。恭喜您触发了第二个专属任务，小队的任意一名成员在黑夜里近距离牵制一名追捕者两分钟即可完成任务。嗯，近距离牵制，这些任务可是玩得越来越花了，不知道用大福的怀表暂停时间在他面前晃两分钟算不算牵制。触发任务后必须完成当前任务，以后才能开启下一个任务宝箱。也就是说这个任务不能被跳过了。当小队触发第二个任务后，小队成员就可以自动获取第一次任务的奖励线索了。奖励已发放，请查收。啊，这是什么？一，恭喜您成功获得锦囊线索，正在为您解析逃脱线索一，进步。哦，原来如此，我已经知道了。虽然凭借此条线索目前我已经有了大致方向，但为了确保我的推理正确，保险起见，我还是想办法继续完成任务，获取第二个线索会比较好，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可是距离天黑还不知道有多久。距离黑夜来临还有十秒。十秒，我就这么随便说了一嘴，你竟然给我来真的，你认真的吗？这什么情况？这座帐篷在消失，已经彻底变了。城堡，夜幕降临，请玩家注意，全体追捕者技能限制解除。什么？追捕者的技能在黑夜里限制全部解除了？拥有技能的他们招不躲避者，那不就是轻而易举吗？哎，看来好运并没有站在躲避者这边啊。啊，为什么花园消失了？我们现在要躲去哪里？啊，你后面小心。我身后有什么吗？是追捕者。快跑啊。你们跑不掉了。这啊，玩家，我是一家之主淘汰，玩家杀我的猪淘汰，当前剩余躲避者13人。天怎么突然黑了？ M 大佬还没回来呢。不知道，估计是谁触发了什么东西吧。 M 大佬那么厉害，不用担心他。很好，宝箱的位置全都出现了，你的道具真好用，只要有你的红宝石项链在，我们找到宝箱就会很容易了，很快就可以集齐全部线索
虽如此，可是这个道具只能在黑夜里才会触发，黑夜里的追捕者限制全部解除，露头就会被他们抓住，我们现在根本就没办法出去啊。这个不是问题，既然黑夜里不能行动，那我就先记下这些宝箱的大致位置，等到天亮之后再去找大佬会合，我们和大佬一起去找宝箱。啊？凭空出现的城堡，这里会不会也有宝箱？按照逻辑，这里一定有重要线索。啊？这是被袁成二白天吐出来，又被收回去的那把伞。我去，他在干什么？不攻击我，反而突然大喊。原来是在喊。真快啊！找到你了 ，M， 这下我看你还往哪里逃？我要让你感受到来自地狱的折磨。好，我的字典里可没有逃这个字，这可是完成任务的最好时机。不逃，那就受死吧。与其对上其他追捕者，我们就和这个动员联盟。毕竟他的弱点，我知道差不多了。这个怪物绝对是目前最好对付的，实在撑不住，大不了溜之大吉。可恶，转身太慢了。有自信是好事，但是办不到就只有引人嘲笑了。你抓我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就你这么大的个子，进这层房间都很勉强，在这城堡里面完全就是累赘，想抓住我下辈子吧。不是吧 M 大佬，这是在干嘛？耍着追捕者玩吗？这会不会是大佬的专属任务呀？我刚才注意到大佬脚边有一个箱子。队伍的专属任务是挑衅追捕者，不对吧？挑衅完了为什么不跑啊？哎，不管是不是专属任务，能和追捕者近距离缠斗他都很牛。哎，下次做事情还是考虑清楚一点，要不然当着所有观众的面展示你的无能多尴尬呀。我承认你脑子确实转得挺快，我这具身体在城堡里连转身都费劲，不过难道他还有绝招？你是不是忘了他呢？在他面前你可就不具备体型优势了。哦，你是想让这个小家伙用尖叫淘汰我吗？他似乎没有攻击手段。那你就小看他了，他可不只是会预警。来吧，他可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哎，他是在干嘛？他的身体在慢慢变化。哎，本源成二缩小了。这是麻烦了。哼哼哼，没想到吧，正因为我们是一体，所以我可以将身体能量转化给他，随时进行切换，这才是我真正的能力。是吗？你没有照过镜子吧？一把伞拿着另一把伞做武器，你不觉得很滑稽吗？你觉得我现在的样子很滑稽吗？那这个呢？希望你还笑得出来。好快，别这么紧。不小心将城堡都毁了呀。臭小子估计连渣都不剩了，我这被压着正慢慢等死，我是不是太残忍了？可惜实力在这儿根本收不住啊，还是去找大姐吧。好险！玩家北原城二的专属必死规则。啊，系统提示，被剑法杀死。
这是追捕者的必死规则。对哦，我怎么没想到？游戏规则说的是，每一位玩家都有专属的必死规则，追捕者也是玩家之一，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头顶上也会和我们一样显示必死规则。只不过他们的必死规则触发概率基本上为零罢了，算是给追捕者的福利。就拿北原城二来说，在场的躲避者估计没有一个能用剑术杀死变身之后的他，这规则等于不存在。所以就算大家知道了追捕者的必死规则，也拿他们毫无办法。原来躲在这里发呆呀、啊、都这种时候了你还有心思走神？看来我们刚才玩的还不够刺激啊。我去，你不是走了吗？骗你的。也好，既然知道了，我就可以修改他的必死规则。跑什么呀，别跑啊，比起你现在狼狈逃跑的样子，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就你这样也想和我较量，看我先削断你的腿。系统修改玩家北原城二的必死规则，改为走路就会死。正在处理，规则不符合常理，请重新输入。这样直接的规则不行吗？修改玩家北原城二的必死规则，说话就会死。规则不符合常理，请重新输入。这也不行。将玩家北原城二的必死规则改为只要出剑就会死。规则不符合常理，请重新输入。臭小子，去死吧！你在嘀咕什么呀？在向上帝祈祷吗？又没看中。奇怪，明明已经解开了全部限制了呀，对这副身体也逐渐熟悉了。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让他给逃掉？难道他预判到了？可恶，简单的规则全都不行，到底改什么才会通过啊？我的天哪，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我差点以为大佬被一刀劈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大佬还能一边走神一边躲剑，真有两下子呀。大神别嚣张，到最后把命弄丢了，要不是被原城二砍歪了，估计大神早就没了。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北原城二可是一个 A 级的存在，为什么现在他连一个 F 级的人都打不过，失手也解释不了吧。照着目前的情况来看，北原城二的实力至少被限制了六成以上，综合算下来，他现在勉强算个 C 级，还有这么久也没见他用其他技能。比起北原城二的事，我更感兴趣的是 M 到底在想什么，有什么会比完成任务还要重要。哼，真狼狈啊。 M 怎么又见面了？我就帮你一把吧。系统使用道具。你已完成牵制。 M， 机会已经给你了，不知道你能不能抓住呢？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了，别让我失望。臭小子，又藏到哪里去了？跑得比兔子还快，让老子找到你就完了。看来他目前是找不到我的。这家伙好像一直都是将雨伞当作剑来使用，我们的必死规则都是根据自己的穿着打扮来定的。这么一推论，难道他的必死规则必须和剑相关？北原城二专属必死规则改为不能在一剑之内，将 M 拿下就会死。正在处理，规则不符合常理，请重新输入。果然一剑太少了，修改规则不可能给我绝对的优势。
那就改成不能在两剑之内将 M 拿下就会死。规则不符合常理，请重新输入。还是不行，那就不能在三剑之内将 M 拿下就会死。正在处理，规则生效，修改成功。刚刚沉默了一下是啥意思啊？你是不是瞧不起我？系统提示，怀表的暂停时长为三分钟，且冷却时间极长，若使用怀表进行牵制，大概率会导致失败，请玩家酌情使用。冷却极长，看来是没有无敌的道具呢。不过放心好了，对付他我可用不上这道具，那太浪费了。祝玩家好运。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现在追捕者已经解除了全部限制，为什么我还不能再等了？我一定要杀了他。喂喂，你到底行不行啊？能不能拿出点真功夫啊？刺了我这么多剑都刺不中，你说要你有啥用啊？哼，就你还配拿把散剑装作剑客，简直笑死我了。哟，那就再来，我的身体可不会累，我告诉你，光凭体力我也能耗死你个兔崽子。哟，耗体力？ A 级追捕者就这点能耐？就没有什么厉害的招式让我开开眼？所有观众都看着你呢。这是你自找的，臭小子，你给我看好了，今天就让你好好开开眼，让你知道招惹我是你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气场好强啊，还真有两把刷子。别眨眼睛，让你好好看看最强招式的威力。看到了吧？怎么样，臭小子，是不是怕了？感受到你北原大爷的恐怖了吗？人呢？哦吼，你被骗了，谁会待在那站着看你出手啊？太傻了，哈哈，居然真的上当了，第一剑就这么搞定了。你敢玩我，臭小子，我要把你撕了吃掉才能抵消我的愤怒，去死吧。转变方向，嘿嘿，来追我呀。大佬居然躲过去了，那一剑我看着都好凶险。他躲巷子里面去了。哎，大佬这是要做什么啊？还能这么玩？这场面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绕柱，哎，这不就是荆轲刺秦王的翻版吗？再这样下去 M 明显是会输呀。游戏里没人会给 M 护驾，北原城二也不会疲惫，所以对于 M 来说这明显就是必死之局啊。可恶，我已经腻了，速战速决吧，我听见你的脚步了，就在这里，去死吧 M。 不好，你逃不掉了呀。谁弄的石头？你的惨状还真是悦耳啊 M， 真是一个让人伤脑筋的玩家。我的身体，不不，我可是追捕者。哼，追捕者又怎么了？说到底你也只是一个玩家，是玩家就不可能无敌，无敌了这个游戏还怎么玩？可是我明明已经击中你了，你为什么能安然无恙？你以为只有你能预判吗？我只是预判了你的预判而已。我去，要不是摔倒当时我就挂了。
就怪你太自大了。哦，对了，还有件事我忘了跟你说，其实你的剑术是真的很烂啊。不不，玩家 M 击杀追捕者北原城二，剩余追捕者三人。我没听错吧？大佬他干掉了追捕者。是的，你没听错。我第一次参加空间游戏，就碰巧和大佬进了同一场游戏里。那个时候他可是一个人就干掉了12名追捕者呢。那我这局跟着大佬混，岂不是妥妥躺赢？能够快速推测出追捕者的必死规则，并且还巧妙利用游戏道具将追捕者耍得团团转，哼，真不愧是我们的 M 大佬啊。是否利用瞬时水晶将黑夜改为白日，以此来加快游戏进程？是。道具效果发动。该死，那个 M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难道是必死规则？那个躲避者会不会推测出了北原的必死规则，然后再利用北原这个弱点顺势将他给干掉？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大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就只剩一次免死机会了，我可不想将机会浪费在这种地方。追捕者身死，该局触发隐藏奖励，你们可以自由选择一名躲避者成为你们的内鬼，以此来获得神秘城堡的某些特定情报。这些特定情报可以让你们更加顺利地进行追捕任务。很好，现在连空间游戏系统都是站在我们这边的。现在有了这个隐藏奖励，我们就算是想输也有点困难了呀。啊，到了。女神像啊。线索指向的地点。逃脱线索一，进步。应该就是这里了。大佬，大佬，我们来了。大佬。小广告，太近了。大佬，刚才在黑夜的时候，我们根据瑶瑶的特殊道具，已经将地图里的所有宝箱位置全部标记了出来了。整个地图一共有10个宝箱，目前城堡区域还剩2个未打开的宝箱。游乐园区域和图书馆区域各剩1个未打开的宝箱。好家伙，这么大的地图竟然就只有10个宝箱。是啊，8个小队24名躲避者。每个小队要一边躲避敌人的追杀，一边要想办法快速找齐3个宝箱，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哎，这么一看还是追捕者的通关方式要更简单一些。嗯，为什么会这么说？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追捕者只要淘汰完所有的躲避者，不就能顺利通关了吗？好啦，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得赶紧找到第3个宝箱才行。只有开启第3个任务宝箱后，系统才会将我们的第2个逃脱线索公布。嗯，分头找吧。没有。哎，这里也没有。不应该啊。根据刚才地图显示，图书馆的那个宝箱应该就在这里才对啊。啊，有人来了。啊，不会是追捕者过来了吧？听着脚步声好像只有1个人。越来越近了。他来了，他来了，他踏着死神的步伐走来了。瑶瑶，咱们能先别自己吓自己吗？好帅。万一这不是追捕者呢？
要不你们先松开，我出去看看。不行，更软了。有人吗？哎，啊，来了来了，门开了。那个，有打扰到你们了吗？啊，不，没有没有。都说了怎么别自己吓自己吗？原来不是追捕者啊。哎，是你。哎，你们认识？我曾在捉迷藏那场游戏开始前见过他。没想到我们这次竟然碰巧分在了同一场游戏里。还真是巧啊。碰巧分在了同一场游戏里吗？一个空间排名世界第三的人怎么会……哎，紧急花姐姐，你怎么了？啊，没事没事。啊，对了，你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这儿？你的队友们呢？他们啊，从开局就把我给甩了。啊，为什么呀？嫌弃我没抽到好的道具，觉得我是拖累，所以就丢下我了呗。不过刚才他们好像都被追捕者给淘汰了。哦，原来是这样。既然你现在是一个人，那要不你就和我们一块儿吧。啊，你是说，哎，毕竟人多力量大嘛，能多一个人一起寻找宝箱，共享线索，大家离逃脱城堡也就更进一步嘛。嘿，有道理耶。反正大家都是躲避者，有同一个目标，只要能破解逃脱线索，我们大家就都可以离开这里了。你们诚心邀请我倒是没问题，不过我能不能顺利加入你们的小队就得看 M 大佬是否同意了。 M 大佬会怎么决定呢？同意吧同意吧同意吧。一起寻找线索，没问题啊。真的？当然啊，都是躲避者，大家可以合作共赢嘛。太好了，这样姐姐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了。能在这种比赛游戏里收留我，真是太感谢你们了。现在大家是同伴，姐姐你就不要这么客气了。是呀是呀。哦，对了，你之前有找到任务宝箱吗？我找到了两个，但是我只完成了第一个专属任务，所以现在我这里只有一个逃脱线索。方便给我们看看吗？当然可以，线索已经分享给各位了。啊，数学题？游戏系统应该不会给出这么简单的线索吧？在空间游戏里，万事皆有可能哟。我知道了。啊，这么快？这条线索严格的来说也算是一道数学题，不过就是在英文字母上做加减法罢了。啊，我明白了，开头的零其实不是零，而是英文字母 O。没错。先将26个英文字母按顺序排列出来，以字母 O 为起点，右边为正，左边为负， O 向右移5个字母就得到了字母 T， 然后再从字母 T 向左移1就得到了字母 S， 最后字母 S再向左移8就得到了字母 K， 所以最后得到的字母就是 OTSK 了。可是 OTSK 这好像也不是一个英文单词吧，会不会是什么缩写呢？如果不看字母 O 的话，剩下的 TSK 的确是一个缩写。啊，是吗？那几个追捕者，他们是哪里人？他们全是来自日本的游戏玩家。如果我的推理没有错的话，最终线索指向的逃脱地点应该就是图书馆了。啊，为什么是图书馆啊？因为日语的图书馆罗马音是 Toshokan。 原来是这样，现在推理出了逃脱地点，那我们就赶紧去找出口吧。嗯，真好，现在有空间排名第三的萧雨和 M 在这局，我就可以彻底躺赢了。这里面也没有其他可以逃离的暗门，
会不会是那扇所谓的门还没有出现？也有这种可能。那我们现在就还得去找找其他线索，想办法开启这扇隐藏的门才行。玩家，三年高考，五年模拟，被追捕者千山惠子淘汰。玩家双 Q， 被追捕者千山惠子淘汰。玩家，你是我的神，被追捕者千山惠子淘汰。当前躲避者还剩七人，追捕者三人。这个女人还真猛啊，在白天有限制的情况下，竟然都还能一口气淘汰掉六名玩家。等等，对了，从游戏开始到现在，你们还记得淘汰躲避者的追捕者有哪些人吗？除了大佬你干掉的北原诚二之外，不停淘汰躲避者的人就只有千山惠子和木村由一这两个人了。除开北原诚二，追捕者还剩三人，可是一直淘汰躲避者玩家的却只有两人，那还有一名追捕者去哪了？难不成那个人还有什么其他更为重要的任务在身？可是一个比淘汰躲避者还要重要的其他任务又到底会是什么呢？哼哼，找到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继续在图书馆内寻找出口，还是继续找找其他线索好了。反正我们已经知道了出口的位置，现在就只差一个如何开启出口的隐藏条件了。现在我们小队只需要开启第三个宝箱，就能获得第二次专属任务的逃脱线索。只要再来一个线索，我们就离逃出城堡不远了。为了提高效率，这次我们两两一组分头寻找好了，你们说呢？我看行。那我就和这位女巫小姐姐搜索城堡区域，瑶瑶你和 M 大佬去搜索游乐园区域，可以吗？好，没问题。我们不找找一楼吗？不用了，宝箱就在二楼左边第三间房和三楼右边第一间房间里。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们小队早就利用特殊道具提前知晓了所有宝箱的位置呀。游戏里竟然会有这么牛的特殊道具，你们小队的运气也太好了吧。啊，还好啦。好了，先不说那些了，咱们还是赶紧上楼去拿宝箱吧。好，我记得在这儿。好嘞，找到了。赶紧打开看看。哎呀，你这个嚣张的躲避者竟然在这儿。是。可恶，是追捕者。哼，看来这年头上赶着送人头的人还真不少啊。哇，应该是我说才对吧？北原被你弄死，那只是你运气好罢了。好，是吗？从刚才干掉北原到现在，应该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吧？既然这样，那我就来查看一下这个人的必死规则吧。您是否要查看玩家石田正男的专属必死规则？是，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一个动作三分钟不动，居然是这个。哼，既然你觉得是运气，那你就来试试好了。我去，大佬不愧是大佬，追捕者都已经出现在面前了，竟然都还能这么冷静。可是这次除了大佬之外还有另一个妹子，现在他既要保护妹子又要对抗追捕者，这能行吗？男人怎能说不行，更何况那个人是 M 大佬。激将法，你以为我是北原那个莽夫吗？哼，在这种白天有限制的情况下，我可不会跟你正面硬刚。好，那你想怎么玩？跟我唠嗑耗时间，等耗到天黑之后再立马动手。动手的话其实不需要等到天黑，现在正是时候。你这玩意儿真是不讲武德，说好的不正面硬刚呢。对手的话你也信？你这所谓的 M 大佬好像也不过如此啊。大佬，
把宝箱护好，其他的交给我就行。好了，你出来，乖乖听话，我还能让你们多活一阵。这个人从游戏开始到现在，没有击杀过任何一个躲避者。如果之前是因为队友太强，导致他一个头都没有拿到，我还能理解。但是刚才攻击我们时，他明明有下死手的机会，可他却并没有那么做。这也就证实了我之前的推论。 他的目的不在击杀躲避者，而是另有其他。请给我出来！啊，行吧，这次栽在你的手里，算我倒霉。既然这人暂时对我们没什么杀念，那我干脆趁现在试探一下他好了。哦，这次这么快就放弃抵抗了？这可不像你的作风啊！哼，你这人是不是有什么大病？不是你让我们出来的吗？ 哼，小丫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没什么。这么大的盒子，你是真当我瞎吗？大佬救命啊！给我拿来！救命！系统使用道具，大幅的怀表，暂停时间3分钟。你这人还真是心急。 这么快就爆出了你的真实目的，想要饱和这几个字，就差写在你脸上了。先把你们的位置调整一下吧。不过话说回来，一个追捕者拿躲避者的宝箱干嘛？难不成他们也是要完成什么特殊任务后才能通关？时间快到了，这两人该恢复过来了。这道具真有意思。我这是怎么了？ 你醒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你刚才对我做了什么？让你待在原地，保持一个姿势，睡了3分钟。你说什么？保持同一个姿势睡了3分钟？这是……那我岂不就……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知道我的必死规则。因为我有透视眼。 刚好看到了呗，这不可能！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你竟然不信，还问那么多干嘛？哼，怪我。 自己都怪我自己，要是不听那个女人的话，我早就对你们这些躲避者大开杀戒了。若不是为了找那几个破宝箱，我至于把我这条命给搭上吗？所以你们追捕者也是要找到宝箱后才能顺利逃离城堡。哼，你不是很聪明、很厉害吗？既然这么厉害。 那你就自己去猜吧。玩家M击杀追捕者石田正男，剩余追捕者2人。哎，吓死我了！哦，飞机解除。大佬，所以追捕者的通关方式也是要找到宝箱，破解线索是吗？嗯，看他刚才那后悔不甘的表情，我想应该是了。这样一来，一切也就说得通了。 宝箱里有日语罗马音的线索，明明有4个追捕者，但一直追杀躲避者的却只有3人。但我有点想不通的是，如果追捕者也是要寻找宝箱才能逃离这里，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击杀躲避者呢？大佬啊，救命啊！这个宝箱我打不开啊！拿来我试试。拿，给你。这宝箱倔强的有点过头了。 竟然真的打不开！瑶瑶，你先把这个宝箱拿着啊！好，我们去找竞技花他们会合，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嗯嗯，居然会有 M 大佬打不开的宝箱？看来就算是大佬也有失手的一天啊！大佬再厉害，他也是人啊！打不开宝箱，说不定是宝箱有什么问题呢。宙斯，关于那个宝箱，你怎么看？ 宝箱打不开，说明他不是对的人呢。你的意思是，
其实这个宝箱是……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不过呢，虽然 M 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想要顺利通关还远远不够。是啊，毕竟躲避者这边还有一个内鬼存在。我倒是越来越好奇，那个追捕者选中的内鬼究竟是谁呢？宝箱打不开，怎么会这样啊？不知道啊，刚才我们费了好大劲儿都没弄开，所以我们就先过来找你们会合了。既然这样，那就试试我们的吧。嗯嗯，我的没问题。我的也是。我去，同样是人，为什么你们就能找到真正的宝箱？大佬，误怀疑这游戏区别对待我们。恭喜您触发小队的第三个专属任务，任务三，在游戏结束前，小队的任意一名成员破解庄园的秘密即可完成任务。脱逃线索三，知识是珍贵宝石的结晶，文化是宝石放出来的光泽，泰戈尔。因你们小队已完成第二个任务，所以现在将自动获取第二次任务的奖励线索。沉默的爱，信念，生机活力，忠诚，勇敢。玩家雨的任务三，在一小时之内将城堡二楼第一个房间打扫干净即可完成任务。不是吧，你这任务跟我们的比起来也太简单了吧。其实我之前的任务一直都不算特别难。靠，真是杀人诛心。言归正传，从刚才的提示线索来看，珍贵宝石指的应该就是女神雕像上的那颗宝石。一提到知识和文化这两个词儿，在游戏里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图书馆。既然大多数线索都指向了图书馆，那我们就再回去看看吧。好。按照荆棘花的线索来看，他们的推论的确没错，可是事情真的会这么简单吗？这里发生过战斗，大姐，看来石田正男也失败了呀。意料之中。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开始行动。终于可以开始一场真正的猎杀了。唉，我左看看右看看，硬是没在这个雕像上看出什么所以然。是不是还得需要什么别的线索才能彻底激活这个雕像呢？这是什么？这个字符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完整。是啊，毕竟这个字符只是数字的一半而已。哦，你们快看，这个女神雕像上竟然突然出现了三个正方形框框。哎，或许是刚才 M 说到了破解字符的关键，所以这些东西才会突然出现吧。不对劲，有人。错觉吗？你怎么了？哈，没什么。大佬，数字的一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把雕像的底座看作是一个对称轴的话，那是不是就能得到这些数字的另一部分了？原来是这样。唉，我竟然连这么简单的暗号都没看懂，这些年真是在空间里白混了。哎呀，神无完人嘛，你要是再多观察一会儿应该就能看出来了。哎，可惜你再聪明也只能为他人做嫁衣呀。哎，成功了。开了。这是。哇。玩家杨洋烤全羊被追捕者千山惠子淘汰。玩家帽子先生被追捕者千山惠子淘汰。当前躲避者还剩五人。追捕者还剩两人。在白天有限制的情况下，那个千山惠子竟然都还能干掉这么多人。
是啊，从刚才开始，他都在一直不停地击杀躲避者。不行，现在在场的躲避者人数越来越少了，我们得抓紧时间。别怕，我们走吧。跟紧我。玩家已进入宝石解锁。哇，雕像里面居然这么大！空间里一切都有可能哦。荆棘花，你怎么走得这么快啊？你们快看那边，这是……是外面那座雕像。雕像变换姿势了，胸口有一颗发光宝石。你们说，这颗宝石会不会就是带我们离开庄园的关键啊？是不是离开的关键？试试不就知道了。不对，这雕像周围肯定布满了陷阱，还是小心为好。有道理。拿下来了。啊？我感觉没有什么陷阱啊。这个画面怎么和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啊？想要取下宝石，难道不应该是先破解一些很难的线索后才可以吗？这场游戏的综合难度只有5颗星，在所有空间游戏类别里，它的难度并不算高。况且这场游戏考验的不只是玩家的推理能力，它还会考验玩家的反应力、判断力以及快速应变能力。好了，既然现在已经拿到了宝石，那我们就赶紧出去，把它放回属于它原本的位置吧。好，拿来。什么情况？荆棘花。啊，荆棘花姐姐，你这是在干什么？不好意思，这颗宝石我就先拿走了。这次也是多亏了你们，我才能顺利拿到这个东西。我们不是队友吗？你为什么要？是，我们是队友。但是为了我的空间积分，我只能这么做了。抱歉。你等等。怎么可能？你看，这就是空间游戏。在涉及到性命和个人利益时，人都是自私的。可是我们上一次就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合作战胜了追捕者，为什么这一次就……那是因为你们上一次大多数玩家都是新手，大家对空间游戏的残酷性并不知晓。第一次在游戏里失败了，玩家回归现实后依然可以继续生活，但从第二次开始，一旦失败出局，玩家就会真正死亡。当然，如果有的玩家通过之前参加的游戏获得了复活卡奖励，那就另当别论了。原来是因为复活卡，所以蟒蛇他们被我击杀后还能在现实生活中继续生活下去。那大佬，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难道我们就这么让他抢走那颗宝石吗？别担心，他想要就让他拿走好了。什么？游戏规则不是说了吗？小队里任何一人逃脱庄园，整个小队都可以算作挑战成功。所以如果他真能拿着抢来的那颗宝石成功逃离庄园的话，对我们小队而言不也是一件好事吗？大佬这是在暗示我，暗示我就算荆棘花抢走了那颗宝石也逃不出这座庄园。好，我明白了。呵呵，有意思。我靠，该不会之前追捕者选中的内鬼就是大佬的队友荆棘花吧？要是他不是内鬼，他干嘛要抢走那颗宝石呢？那颗宝石被他抢走了， M 他们会怎么做？切，谁知道呢？大佬的心思哪是我们这些外行小白能猜到的呢？虽然他嘴上说着无所谓，但我总觉得 M 大佬应该是有自己计划的。这次你说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全程甘愿当 M 的配角帮助她，而且还时不时地对她进行一些提示，这可不像她的作风啊。她这叫抢占先机，通过跟她进入同一场游戏来亲自测验她的能力。为了 M， 她甚至还利用自己之前在空间里获得的瞬时水晶
控制游戏里的白天与黑夜，使得整场游戏里就只出现过一次黑夜。既然他肯这么帮他，那就说明了他对 M 的认可。所以呢，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对手可是会越来越强大的。奥斯坦丁，你可要做好准备哦。我知道了。继续看看他们会怎么对付那名内鬼吧。出来了！好像没追上来。果然有 M 和萧雨在，拿到隐藏道具的确是顺利了许多。虽然是很对不住他们，但游戏就是游戏，过多的掺杂其他情绪只会让自己加快陷入失败的深渊。做得不错，值得表扬。谁？是我。好了，东西拿来吧。这可是我们破解宝箱线索后历经千辛万苦才拿到的东西，你想拿走哪有那么容易。所以这是内鬼要造反？这下精彩了，原本以为他们会联手合作，没想到竟然会起内讧。他俩要是打起来，谁赢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啊？这个不好说，毕竟现在是白天，追捕者有限制。荆棘花搏一搏，说不定还真有可能干掉追捕者呢。看来你有自己的算盘了。哼，如果你把东西给我，我还会看在曾经的情面上饶你一命。如果我说不呢？岂能直接动手吗？幸好我有防备，东西绝对不能被他拿走。什么？好险！如果不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现在可是白天，在有限制的情况下，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我只说最后一遍，如果你把东西给我，我还会看在曾经的情面上饶你一命。饶我一命？你未免太过狂妄了。玩家荆棘花激活攻击道具凝血手铐。也许是我饶过你呢，要知道现在你也没有优势，最后的赢家还说不好是谁。运气倒是挺好，竟然还抽中了一个攻击性武器。是啊，难得运气这么好。要是全程都没用上一次，那也真是太可惜了。所以你去死吧。哼，这么轻易就成功了吗？身手不行了呀，游一。我去，这个荆棘花有点东西啊。看你思维能力虽然没有 M 大佬出色，但是这身手倒是还蛮不错的。他能战上风只是因为现在是白天，这要是换成黑夜，他必死无疑。可是只是制服追捕者也没用啊，要是不想办法彻底击杀追捕者，他还是会有危险的。你不会真以为就凭这点小伎俩就能拿下我吧？你可别忘了，我可是追捕者哟。好久不见，荆棘花。切，就算是在白天有限制的情况下，玩家木尊游一使用个人空间道具金刚暴力之体，将你们斩杀也不是什么难事。少废话，我原本是给你一个活命机会的呀，不过你貌似并不想要。糟了，力气好大。过来吧。准备好接招了吗？他竟然还没尽全力。太弱！我的宝石，
孙游一，你说对你这个曾经的队友，我到底该怎么处置你才好呢？休想！是吗？是用金刚大力之体直接将你捏碎呢，还是利用你的必死规则将你给击杀了呢？看你这身装扮以及刚才的表情，想必你的必死规则应该就和那个动作有关吧。那就用这招了。放开！再见了，荆棘花。放开我！你何意啊？是谁？哼，反应还挺快，不过都过了这么久，你竟然还没弄死他。哼，有趣的躲避者。你这个追捕者当的也太次了一点吧。你是 M？ 哼，原来有趣的躲避者就是大佬呀。大佬心胸竟然如此宽广，面对一个叛徒队友竟然都能赶来冒死营救。可恶！可惜呀、啊。我不得不做这个坏人了。荆棘花，真是令人感动啊。谁说我是来救他的？啊，不是吗？我只是不想让我辛辛苦苦找来的东西落入你这种人的手里而已。好了，东西拿到了，咱们该走了。你当这里是你家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未免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我为什么要把你放在眼里？就凭你是追捕者吗？我去，这个 M 也太嚣张了吧。是啊，他这一顿操作把那女人的脸都给气绿了。我看啊，他也就只会嘴遁装一装罢了，连抽到攻击性武器的荆棘花都打不过白天的木村，没有攻击武器的 M 可能实战还不如荆棘花呢。现在的局势已经从打斗对战转换到了心理对战上，别看 M 现在表面稳如狗，其实他的内心也在赌。赌？没错，他就是在赌木村由一敢不敢对他们动手。真是嚣张，你真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呢？哼，少废话，要上赶紧上，小爷我还等着去找下一个宝箱，没那么多时间陪你在这耗。好，这可是你说的。难道我猜错了？喂，你这是要逃走吗？这不叫逃走，这叫做战术性撤退。看在你还有点用的份上，我就先饶你这条狗命。哦，那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啊？没想到这年头还能碰到怂得如此理直气壮的追捕者，这真是令人大开眼界。我去，我裤子都扒下来了，你竟然就给我看这。一个追捕者竟然会在躲避者面前认怂，这也太离谱了吧。我倒是觉得千山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因为之前 M 在追捕者单独行动时干掉了他们两名队友，所以他选择暂时撤退回去搬救兵才是当下最保险的做法。好像有点道理。